亚芬，那个亚芬来一下。报告联席会议，出席委员35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7案，审查委员叶怡金等30人，委员黄伟哲等19人，委员郑宝清等42人，委员陈廷飞等20人，委员郑运鹏等16人，委员高志鹏等21人。国民党党团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等案，宣读完毕。好，这个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跟代表啊。那我跟，因为我们今天有几个部会，包括内政部、财政部跟内政跟财政、司法、法制，我们3个会联席会议。那所以今天的列席的官员比较多，容我花一点时间来介绍。内政部部长陈威仁陈部长，啊，还有我们这个其他我就。那个随行的这个列席的我就不介绍了哈。司法院民事厅的邱瑞祥邱厅长，还有这个监察院财政及经济委员会主任秘书魏嘉生主任秘书，欢迎。法务部法律事务司郭全庆专门委员。财政部国库署，啊，副署长边子树副署长，啊，他包括国库署跟赋税署。交通部总务司陈玉文陈专委。教育部李启光李专门委员。经济部商业司，郭汝成郭科长。哦，张汝成张科长，抱歉。那金管会，庄秀元主任秘书，
另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黄秀专门委员，国防部政战局政战综合处刘可云刘处长，啊，欢迎。财政主计金融处萧家琪萧处长，原民会杜张梅庄处长，欢迎。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林婉如林科长，好。另外，我们今天有这个邀请我们今天的列席的社会人士，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李思川秘书长，还有航管会的新管会的主委跟中投公司的董事长。那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包括用快递跟昨天也用传真的这个方式，邀请包括李思川秘书长、林佑贤主委跟陈树董事长，都有发函邀请，但是今天他们还没有到，那我们再继续等他，那我们还是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议程。那首先我是不是先请我们今天总共要审议的这个相关处理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以及这个国民党党团所提的，等一下我聊不聊，以及并案审查，这个还有审查这个政党国民党党团所提的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等等这个部分啊，那这个我们马上就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提案，按照我们会议程序啊，这是按照来进行相关的提案说明哈。那这个赖思保委员有程序问题，哎，我们先来做处理，好不好？来。那个雅芬来一下，雅芬，请雅芬来一下。对对，但是已经超过九点。雅芬，他进去接着写下去。雅芬，他叫的。雅芬，他叫的。雅芬。好，啊，是会议询问还是程序问题？抱歉，好好。好，会议询问了哈，来。主席，各位先进。我想国民党团已经正式的做成决议啊。对党产的处理，我们坦荡荡，我们愿意放下，为了走更远的路。但是很遗憾的看到今天的审查，针对性还是太强，清算性还是太强。我们看到严友在啊，蔡英文主席当选啊总统之后，他说了，蔡英文说他做一个沟通的沟通，沟通再沟通。我们看到没有沟通，我们看到只有清算。他说要谦卑，谦卑再谦卑，我们看到只有斗争，斗争再斗争。这个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是什么？在行政院底下行使司法权，要调查。今天的主席只有针对国民党发这样的文，如果你今天的文是发给国民党、民进党以及亲民党以及时代力量，我们尊重，这一视同仁啊，这个很清楚，就违反宪法里面的权力分立原则嘛。对，就是你讲的，你就认为只有我们有，民进党干部，民进党执政八年，民进党干部，民进党还有很多党产呢，对不对？啊，民进党也有啊，陈水扁 A 了这么多钱，这里面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嘛，哈。让我讲完，那这是我发言时间，让我讲完哈。程序问题，所以我今天来讲。我表达一个抗议啊，跟主席抗议，不能够针对性的只针对国民党来发出一个邀请函，要就民进党一起来请，其他政党一起来请，我们也正式提案了。那个主席啊，休听几下吧，主席。我们正式提案了、我们要求，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够通过，能够得到财委立委的支持。过去十年有接受过。政党补助款的所有的政党都要提出财务的报告，这里面当然主要是资产负债表，主要是损益表，而且要派代表来我们立法院相关委员会来这个
这个来列席，那么如果有委员要询问的话可以来问，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立法院堂堂正正的做法，而不是针对一个政党来进行清算，不是针对一个政党来进行斗争，我觉得这样子的立法有违宪之余啦，有违宪之余哈，我们是希望针对所有的政党，所以国民党团，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你这个动的钱这样救，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我们要全可以全部捐出啊，甚至于来讲的话，来清查，我们也赞成清查，要查从头开始查起，从李登辉开始查起，有没有人再从李登辉以降？因为前面之前的总统已经人不在了嘛，哈，从李登辉以降，有没有人借着他的位置把党产洗出去的？这些一并查，我们欢迎。但是呢，不应该在行政院底下设这样的，因为行政院是行政权，他就行使司法权。各位，这等于让这个委员会东厂化。各位，这个等于把这个委员会啊东厂化，这个本席啊其其以为不可啊。我们觉得等一下我把这个意见，等一下我质询的时候会再继续质询，只是把我个人觉得最大的认为不同是，你只针对国民党提出要求他们列席，这是非常针对性的，而且这个主席要公正啊，不能够心态上这么偏颇，只针对国民党来进行斗争。我再强调一遍，我们坦荡荡的愿意让这个法来复委来审，就是我们愿意接受社会的考验，愿意接受成立所谓的委员会来调查，但是不应该在行政院底下，要的话就在监察院。司法权跟行政权不能够混淆，这有违宪之余，我特别做这样的说明，谢谢。好，这个等一下因为会议有一些非本会的委员要进行会议询问，我还是这个在我的主持的一个范围里头，我还是同意他们来等一下来进行会议询问，先跟委员会做说明啊。那赖世葆委员他的发言的内容并没有针对我们今天的程序提出任何的这个问题啊，他是针对会议的询问跟他自己的一个意见啊。那他特别提到说是不是有违宪之余，那这个要等到法案进行审议的时候，假如国民党认为法案或者是赖委员认为法案有违宪的时候啊，再请这个赖委员一并提出啊。那第二个，为了这一个方便啊，让我们这个法案顺利进行审查，当然我们本会有权邀请啊，这个跟这个主席啊，召委本身斟酌这个法案进行相关的这个，不管是列席官员或社会人士，同样的啊，这个内政部或者是其他部会啊，这个也都是在我们这次邀请来便于法案的一个审查，啊，这个我还是要先向啊我们委员会说明。那国民党拒绝出席，啊，那我们也尊重，因为我们这一个按照我们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相关的一个规定，我们邀请他，他不来，啊，我们也不能强迫他来，啊，假如说这个各位委员对于历史的一些缘由，啊，包括说整个过去啊，国民党党产在这个啊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里头，啊，我想今天的主管的一个部会，那也能够来回答我们委员相关的一个疑问，啊，那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向赖委员跟我们委员会来做说明。好，那第二位这个李彦秀委员，哎，那我们时间是不是特别给刚刚这个赖世葆委员比较久一点的时间？好，因为要登记发言的委员非常多，好，还有很多委员要提案说明，是我们会议询问每位委员两分钟。来，是主席不公平，刚才我们赖委员三分钟，我为什么只有两分钟而已？我们的惯例了，大概都两分钟左右了。哎，好。抱歉，谢谢主席哦。我想今天在现场的院内的同仁、各位官员以及在现场的媒体，大家早哦。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么严肃的议题，其实当然刚才很多人都说，这不是会议询问，这是不是程序发言？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党产条例要不要定？当然要定。走到今天，社会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跟争论，要不要定？当然要定。我个人也认为应该要定，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坚持三个原则。第一个，当然要查清楚，针对于党产也好，包在国民党的党产也好，在陈水扁时期，包括在马英九担任主席的时代，包括朱立伦处理的时代，担任主席时代，其实我们已经清查过一次党产。外界不管认为他是不当党产，或者是我们某一些人认为他是有一些争议的党产，我认为当然要查清楚，当然要查清楚。但是很遗憾的是，
院内很多的同仁又用清算争议的手段去看这个议题，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说是不公平的。早期数十年台湾在党国的时代有它很复杂的背景跟政治因素在，今天国民党走到这个阶段，我认为我们愿意公开的摊开来谈，但是到底应该设在哪一个单位来去清查所谓党产的部分哦？我认为接下来四年其实都是民进党在执政，无论是设在总统府、设在这个行政院、甚至在立法院，是不是这一套标准适用于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认为查清楚应该要由司法单位、司法院，我们是宪政分立的国家，应该要由司法院或监察院来查。第二个，我建议赶快查，我建议赶快查。我的想法是，如果有机会，这么多年来每一次历届国民党选举的时候，不当党产永远变成各其他党派的选举的提款机。我的建议是，我们希望赶快查，国民党也配合来查，我们希望是两年内尽快的查清楚。最后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查，所以一起查，我希望未来所谓的政党财产监督法，我们希望不只针对国民党，这个法的设立是适用于包括今天在现场的时代力量，包括所有其他的各在野的各党，我们希望建立一套标准，大家针对于有收政治现金包括选举的补助款，我们都包括基金会，我们都一起来查。我想我希望有这三个原则以下，我们再来去审议这个法案。我希望这个法案未来是对于所有各党派都是一个适用的状态，而不是只有针对各党。我们设立一个法案，我们除了检视过去，当然这个标准我们希望未来也可以适用，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这个法案才有它的意义在。以上，谢谢。好，谢谢李委员。那个各位委员好，掌握一下时间，我们的时间是两分钟，各位口才都很好，那也希望说这个时间稍微做一个掌握。由美女委员不在场，好，郑玉鹏委员来。谢谢主席哈，那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首长，大家好。那也刚才有关于我们赖委员的会议询问，那有直接名列的几个政党哈，那民进党在这边我也就我认知的跟您提出一些说明了哈。那有过去，我想在台湾哦，大家都很清楚。那的确是有它历史背景，所以才会造成说国民党的党产跟党营事业，那今天会被认为是政党不当竞争的来源哦。那民进党这边我们也执政过啊，所以为什么民进党没有被怀疑说民进党透过我们的中央跟地方执政而有不当的党产或党营事业？我在这边跟国民党的朋友报告一下哦，在民进党的党纲的行动纲领的第30条，我们明列了哦，政党不得占用公产，且不得投资或经营盈利事业，政党以特权或不当方式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所以民进党是恪遵这一个党纲行动纲领第30条在执行我们的政治权利，所以我们不会有这个问题。那至于说其他的政党，我相信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跟国民党做党产上面的竞争了哦。那所以我也相信时代力量的朋友，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背景可供查询的哈，所以如果黄国昌主席您等一下也愿意跟国民党代表说明一下的话，那我想应该有这个权益哦。所以在今天的会议，那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国民党也有一个党版的是《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草案，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全国人民都看得到的状况之下，国民党可以用一种开放而且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对于面对所有台湾政党的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好，以上报告。好，这个谢谢郑委员，接下来庄瑞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呐、我想我们今天审这个不当党产的这个条例啊，我们今天看到国民党的朋友啊，好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我相信、其实今天全国人民全部都在看、国民党卖灰了，我讲今天开始有信了。曾几何时啊，
我们真正的听到国民党今天讲说，这个条例要定。那既然要定的话，就不要在那边争执哦啊，该谁来查啊？啊，该谁来定？好像国民党一副现在讲说，有办法你来查啊、哦、啊，但是呢，要怎么查？查到什么样的范围，全部都要遵照国民党的啊意见。这个一副心不甘情不愿啊，可能啊会把整个这一次败选完以后，国民党这个一个契机给葬送掉。要怎么定？我相信从过去中国国民党现在的马总统讲了几次了，你们讲了几次了？党产要归零，你归一公话够了，归零。所以今天好不容易啊，大家齐聚一堂啊。要把整个各个政党之间的不当党产，我相信整个条例出来以后清清楚楚，也不要去担心为什么好像是针对国民党。我相信连国民党你都很难去想象其他的政党，像民进党、时代力量甚至于亲民党或者台联这些政党会跟不当党产有所关联啊。这个讲这个不要笑掉人的大牙啊、不要一副感觉好像每一个政党都在斗争你们一样。哦，这个实在是让人感觉实在是非常的一个错愕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啊，主席啊，啊就叫给那个雷德好啦，你国民党一定会灰，你知不知道？你要听伊灰，要听伊灰到当时啊，这么多的一个版本啊，我想还是赶快进入实质的一个讨论了、啊。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了哈，一并处理。陈廷飞委员，好 ，OK。黄昭顺委员。其实我刚才听到张瑞雄委员的发言，我觉得很遗憾。我请民进党不要在这里臆设立场，认为我们不情不愿的在发言。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们非常光明磊落的在这里提出我们的版本要来审查。其实我们从整个版本提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民进党把蔡英文主席所讲的话全部付诸流水，他们是清算、清算再清算，斗争、斗争再斗争，抹黑、抹黑再抹黑。你整个的提案里面就是提的不当党产。什么叫不当党产？本席今天很清楚而明白地告诉大家，我们所有的国民党籍的立委全部都放下，而且往前看。因为事实上，刚才有一位委员叶宜津委员还跑来问我说：“你们是不是有很多的党产在其他的人手上，甚至于不在我们的党中央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用更光明、更磊落，而且更透明的方式来看我们的党产。其实，我们希望的，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每一个政党都是公平竞争的。今天有多少政党这一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也提出了很多的候选人，我们也必须要说有多少的政党拿了民脂民膏的政党补助款，我们不应该接受人民的透明的检视吗？我们今天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合理公开透明的一个机制，来对每一个政党对人民交代。以上，谢谢。好，那个接下来李俊毅委员，我们截止登记了哈，假如有要登记的赶快登记。李俊毅委员讲完的话，我们就截止登记，好，我们就来处理。啊，主席，各位先进，在所有民主国家里面，对政党该做什么事，政党如何规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今天有三个概念，结果国民党的朋友们把所有的概念通通混在一起。第一个概念是有关政党法的概念，就是政党不得经营事业，这个非常清楚。那国内现在在内政部登记有案的政党有200多个，有哪一个在经营事业，大家也很清楚。所以第一个，这是政党法的讨论。第二个，不当党产是什么意思？不当党产是过去转型正义没有落实，过去的时代造成转型正义没有办法落实，我们现在不是正要开始好好来处理转型正义，这就是针对国民党的不当党产。那也请国民党的朋友告诉我们说，除了国民党以外，还有哪一个政党有不当党产？第三个概念是
选举补助款，这是属于选举罢免法里面的概念，到底应不应该有选举补助款，还是我们以后都要改为公费选举？这非常清楚，把三个概念通通混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说，其实国民党的心态是非常健康的，是要跟大家来讨论的。那今天主席定的题目非常清楚，是有关不当党产，就是我们在讨论转型正义这个部分。所以请国民党朋友，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那政策的讨论本来就是应该如此嘛，那所以才会有不同的法案，会有不同的内容，大家好好来针对这个讨论，这有什么好会议询问的？所以我不知道国民党朋友到现在你们到底问什么啊，到底内容是什么？那大家来讨论不就是正式今天的目的吗？以上，谢谢。好，那个接下来徐淑华委员。谢谢主席、各位伙伴，还有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其实我们今天国民党还是要坚持讲的是何谓不当党产。今天我们在这边，我们还是要重申，国民党早就没有我们的国营事业，没有任何的一个企业投资。那同时呢，我们希望在这次讨论的版本当中呢，大家共同的来讨论如何把每一个政党，特别有每一个政党都有接受我们政府的一个资源的，我们补助的每一个政党都要公开的来接受检验。不只是国民党今天所提出的邀请我们国民党的秘书长来，我们觉得特别的有针对性。那么同时我要提醒民进党的朋友，不是民进党没有你们所谓的任何的资产，在每一个你们的派系里面，每一个都有你们的基金会在运作，为什么不大家公开来公平的做一个检验呢？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边呢，国民党愿意我们来接受我们社会的一个检验，我们也愿意把所有大家认为有争议的，经由一个最有公部门啊，由我们的监察院大家来做一个检视，如何把它做公益也好，如何归为政府，我们都乐意来谈，但是不能够只针对国民党来做清算，这是我们的立场。好，那接下来赖瑞龙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这个党产的部分其实已经超过七成的民意认为其实应该要做处理了。那我想现在如果国民党的党产这个最多说超过千亿以上了，所以我想这个党产的问题也确实目前为止人民的认知只有国民党是有这样的问题。但如果其他有任何的问题，其实在实施的审查当中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做讨论了。所以我是建议尽速进入实施审查，然后不要再用会议询问来拖延时间。以上。好，那个好，谢谢赖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对于法案实质内容的争议，我们等一下在询答或者大题讨论或者逐条讨论的时候，我们来请各位委员能够踊跃的发言提出各位的见解那第二点我们在处理这个相关案件因为这一次有这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位委员跟国民党党团，总共有七个案那民进党党团这所属的这个委员所提的案，都是在这个处理有关所谓的在戒严时期等等相关的这不当党产的一个案那国民党的案，党团提的案叫做政党财产监督条例所以国民党只要对于审查议案。是不是要不要并案审查？那这个会等待我们进入逐条之前，我们委员会再来做处理。我听起来国民党的意思，就好像是认为说，这个案，这个因为还有其他政党的案，因为其他的政党的案是在这一个国民党党团所提的《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里面才会涉及相关的这个规范的一个事项。那其他的这个六位委员都是在讲不当党产，所以各位委员的意见，我们等到。我们要进入逐条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要不要把国民党的案并到民进党的案，或者是国民党也同意这一个做并案的一个实质的审查。那这个我们等这个后续的程序，我们大概今天不会处理到这个程序。我来向我们所有的委员提出说明。那我们接下来就进行我们今天会议的程序。那我们首先先请提案的六位委员来做说明。那总共有六位委员。那每位委员时间是不是三分钟？可以吗？三分钟而已
三分钟而已，会太短吗？好好好好好，好，那个尊重各位委员哈，五分钟的时间好不好？提案说明五分钟，那假如这个提案的委员不在场，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让他再补行提案说明。第一位委员叶怡晶委员。好，各位委员，这一些是我多年来调查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的资料，但是这些都是影本，请国防部跟宪兵不要来收我家，这些只是影本，但是这些都有真机，都有正本。不过我也不能告诉你正本在哪里，因为怕被销毁。好，刚才很多国民党的委员非常不满我们的提案的这个 案子叫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请国民党的委员平心静气的听我提案说明。我认为这样一个提案是给国民党机会，给国民党一个重生的机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历史的包袱，这是党国不分时代所造成的，跟现在在场的各位国民党的委员都无关，你们都是清白的，我愿意相信。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来处理，那么你们就会变成共犯。到今天为止，纳粹杀人还在审判，有人会说94岁了你还要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知道事实的真相，我们才能够还给事实一个公道。所以我的提案说明，第一，为什么不当？因为这历史的包袱呢，国民党的来源有三大。第一个就是接收日产，接收日产当然是政府对政府，不是给任何一个司法人或者个人。再来就是无偿取得，无偿取得说得很好听，其实包括强占，包括赠与，包括情愿跟不情愿的赠与。至于第三个叫做作价抵让，就是随便找一个理由，比如说为匪宣传啦，比如说为国宣传啦，所以就可以拿国家的财产来抵价。这些我们都认为当时党国不分，现在看起来都应该还给国家人民。至于我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有一个是最近大家讨论最热烈的，就是所谓的国民党的外围组织，比如说救国团、妇联会。救国团、妇联会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的党产？这个除了他们在各次会议里面的图像，包括我们招委陈其迈或者段宜康委员所提供的，他们开会充满政党色彩的照片图像以外，我这里有一份手稿，有一份国民党的前财务委员会的委员长李国鼎时代的副委员长的亲笔手稿，清清楚楚让我们看到这些外围组织呢，其实不是他们现在所说的跟国民党无关，不是所谓的独立的财团法人。请看这里，中央带领转发经费，既有国防研究院青年反共救国团、中国妇女及反共联合会，还有华兴育幼院呢，这个
就是从中央直接国民党从中央拿了钱再给这些所谓的下游或者外围的组织。所以各位委员，特别是国民党的委员，我刚刚跟黄昭顺赖世宝委员说的是，我甚至觉得现在国民党为了要隐藏而过户到私人个人的党产，比现在你们国民党员自己真正知道的党产可能还要多很多。这些我们如果没有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实可能就变为私人所有，反而对所有的人都不公平，特别对国民党不公平，因为这些党产你们看不到也摸不到。我们真的很期待把这些都厘得清清楚楚，该还给国家人民的还给国家人民，对国民党才是一个翻身的契机。所以今天的提案我们真的很期待可以大家好好冷静的来讨论。要说不当是历史的不当，要说不当要负举证的责任，要说不当才能够处理。不当党产条例就是不当的才处理，当的正当的就归你们所有，这样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呢？不要自己先以为大家都要对你清算斗争。这个钱如果真的厘清了，能够厘清了以后回来，不是回到民进党，不是回到民进党，我们不是要斗争你变成我的，这个钱弄清楚的归国家人民所有的就归国家人民所有。所以这个提案希望能够好好的讨论哈，也对我们国家的民主政策，比如说我们希望政党之间的是凭着执政的能力或者政策来博取人民的认同，而不是用金钱的优势让政党沦为不公平的竞争。所以我们凝聚了这个不当党产条例的这个提案，请各位能够支持，谢谢大家。好，接下来郑宝清委员。主席啊，各位同仁，我们知道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啊，最重要是能够建立政党的公平竞争，让每一个政党获得公平的机会。当然，对财产的保障是法治原则很重要的原则，但是我们知道财产的取得必须要符合不可以侵害第三人的自由权，或者他的财产权，或者其他法定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他不可以无偿或者不相当的对价取得这些财产，那么这叫不当党产。我们知道，刚刚赖世宝委员非常反弹，说啊，不当党产太有针对性。其实这是非常中性的名词。党产分成两部分，一个叫做正当的党产，一个叫不当的党产。国民党现在马上跳下来说这个有针对性，表示国民党的心里头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财产的取得是不合法的，是不合我们法治国的最大原则。所以今天国民党会这么大反弹，就是国民党没有了解到党产的两部分。所以国民党的党主席候选人洪秀柱说，国民党的党产是五毛钱一块钱累积下来的。一个人如果懂得累积财富，一个企业懂得累积财富，那么财富应该是越累积越多才对，但是国民党为什么越累积你的财产反而大幅的缩水？第二个，刚刚赖世宝特别提到，说啊，这个不当当的处理啊，应该是司法权，要不然就是违宪。我们知道司法权里面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的被动原则，这大概是三权分立里面非常重要的精神主张。如果今天把这些东西放到司法权去，那么也很清楚的，国民党还没有开始审这个法，已经开始公开承认国
我们讲党产是怎么样？是犯罪所得。所以国民党马上就说要给司法院去处理啊。司法是不告不理，是你犯罪的时候才进入处理，这当然是行政单位要去处理的。行政单位要把这些不当的党产取出来。我们知道，其实我在第四届当立法委员的时候，我就拿到了刚刚已经提到的那些资料。国民党不是只有说是从接收了不当的党产，更严重的从中央银行借钱还可以不要付利息，还可以帮忙做什么？付给党工的薪水。更严重的，从外交部、从侨委会把钱、把国民党预算隐藏在里面，这是国民党财务委员会拿出来的资料，里面都通通可以显示。还有，甚至以美元的钱，国民党照样跟山姆大叔说：“我把钱塞进了口袋里面。”所以这些都是事实存在，所以我想不当党产就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我想国民党的党员也不喜欢受到国民党用党产来压制他们的行为，压制他们竞争的公平性。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法治国原则里面，国民党的不当党产那么就应该归还给国家，归还给人民。国民党甚至用课税把人民的税户移到国民党的党产里面，包括我们知道最近大家提到的妇联会叫人民缴税直接拨给国民党，这个史实可考，史迹斑斑。我想国民党只要放开心胸，好好的想一下不当党产处理，所以对整个国家发展是正面的，对整个人民的参政是有公平的机会的，那么我相信国民党应该来支持这个法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法案里面没有任何的针对性，任何一个政党如果有不当的党产，我们也都欢迎国民党提出来，我们加以去检视，让社会看到我们台湾在转型正义开始起步，开始做好，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期待。最后我们期待国民党敞开心胸，我们这不是要你们的财产，不是进行政治斗争，没有针对性，我们只是把转型正义能够真正在台湾落实，这是我们很大的期待。所以在这里恳求国民党能够支持这个法案，谢谢。好，接下来郑玉鹏委员。主席、各位委员、各位首长，大家好。那我相信今天的联席会，那是一个历史的一刻。那如果今天来参加这一个联席会，来讨论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相关的委员，我相信也是光荣的一刻。那首先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说，过去20年来，那对于所有政党不当党产的处理，他在立法院的讨论的背景是怎么样。其实在国会全面改选之后的第二届开始，民进党就有推动制定政党法及处理政党不当财产的相关的条例跟立法，但是都未尽其功。直到政党轮替后的第五届，也就是2000年开始，那在行政院在91年，民国91年9月有提出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但是在第五届的立委任内，在程序委员会封杀我刚才所讲的行政院版的草案一共75次，那也就是在国民党的杯葛之下一共被封杀75次。到了第六届的立法院时，当时我还在任内，总共也被国民党封杀了26次。那最后在亲民党党团的协助之下，在民国95年10月的时候复委审查，可是复委审查的期间还是受到杯葛，最后在第六届还是沦为空转，最后到了 落日的法案清仓里面也就不再讨论。所以今天的联席会议讨论相关的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草案，那我刚才有报告过，我相信这是历史的一刻。那我也希望说这一届的所有的委员也一起来参与。那民进党执政时期，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期间，
我们行政院也透过司法的方式追讨过国民党的不当党产，但是成功讨回的案例一定不多。国民党也在司法的程序上面跟手段上面不断的做抵抗。那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大楼，然后以及国家发展委员、国家发展研究院也持续被处分，那分别由长荣集团的基金会跟原力建设所购得。我相信现在大家在总统府前面，大家还看得到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党产的遗迹啊。那现在在这一次在总统大选之前持续到现在，国民党一直在公告标售持有的土地及股份，那也在立委选举之后、总统选举之后，还是变本加厉的持续变卖哦，完全没有客气哦。所以国民党在变卖党产之余，他们在今天也提出了他们相关的条例哦。那我们认为说，国民党只要参与这一次的不当党产的处理，我们认为这是也是国民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呼吁国民党的朋友跟中央党部哦，应该在审查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这国民党提出来的，他们应该要呼吁要求他们中央党部不再变卖国民党的财产以及国民党的股份哦。那有关于本席提出的这一次修法的版本，我也在这边做补充说明哦。那我相信这一次的修法，那除了国民党党版之外，其余的各个版本都是参考民国九十一年九月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那本席所提出这样的版本，也是根据民国九十一年行政院版，这是表达对于过去30年来，那所有民主的先进，所有的委员，包含过去的行政院，他们这些前辈的努力所提出的致敬哦。那主要的精神有几个，第一个，除了党费、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支席外，其余党产都应该被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第二，处理的范围应该包含政党的附属组织，由政党控制的人事、财务跟业务经营的非营利法人、团体或机构，通通都要并列计算在附属组织里面、附属组织里面了。第三，政党或其附属组织在民国九十年4月6号之后，以无偿或不相当的对价处分的财产，也都要应该被视为不当的财产，那必须归公。那第四个部分是在本席的版本里面哦，我提出来之后到现在我们的观察，我认为比较不足的地方，未来我会透过动议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关于违反本条例的罚则，目前各版本中只有行政罚，那本席认为这个太轻了哦。现在看起来所公布的国民党的朋友所公布的财产，显然跟各界跟过去行政院所查估的差距非常大，所以几经思考，我认为行政罚的罚则太低。那本席认为哦，在动议里面我会提出来，对于国民党个人违反的部分，企图隐匿国民党党产，应可以刑责，这样才会有约束力哦。所以未来我还是会在于国民党隐匿党产的相关负责人可以刑责的部分，我们会用修正动议的方式在会议中提出。感谢。好，接下来高志鹏委员，时间5分钟。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员，根据我所提出的政党及其附属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特此提出提案说明。其实除了这个提案，我们其实在会期之初，一共也另外提了，连这个提案一共有8个提案啊，包括政党法，包括降低公投跟罢免门槛的相关的法律修正案。当然也包括国父遗像相关的其他提案，只是相对那三个提案哈，好像其他的提案就没有那么受瞩目啊。但是这个说政党财产处理相关的当然有很多其他委员也有提出。那我们如果看到国民党一直强调说说有没有写不当，或者是其他民进党团成员所提的案子，说是针对性，都只针对国民党，不公平，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国民党自己也提了一个，政党监督管理条例，他们认为这个比较中性啊。其实当然叶玉卿委员、黄伟哲委员还有郑宝清委员有加上不当两个字哈，郑俊辉委员跟郑运鹏还有我的
没有特别提不当，啊，但是我们心里觉得他当然就是不当啊，只是在条名上没有写。那如果国民党认为说这样是针对性啊，这个是不对的，所有政党都要管，那么我们是不是请国民党也不用把你们所提的这个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硬要挤在啊这个今天来一并审查？因为我们讲的根本就不一样啊，鸡同鸭讲啊，你讲说所有的政党都要来处理，都要故意用这种拖下水的方式，然后好像啊这个国民党应该民进党应该拿来调查，即便民进党现在是穷到连中央党部都还是租借啊，还是租赁的方式哈，连中央党部都没有，都不是现有的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哈，你也要把它拖进来，那么干脆啊，是不是主席他也可以考虑一下？那就分开审啊，另外再排，请黄昭正委员再排你们自己的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就好了，就不用挤在这边一起审啊。如果你觉得啊，这个所谓政党财产要照你们讲的方式，那么跟其他六位民进党委员所提的案子根本是天差地别，根本也不应该在同一天审，根本不应该在啊同一次会议里面拿来相提并论啊。国民党啊，一直刚才我看到几位委员同仁讲的都说太有针对性啊，这个不要这样啊，这个追杀啊，不要做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动作，这让我们觉得很奇怪。有历史背景的，就是国民党自己号称的百年大党，台湾也就这样，你们这样一个政党啊，那真的还有什么针对性不针对性？那就是这段历史造就了你们这样的庞大的财产，造就你们这么多年的威权统治。那所谓转型正义本来就是要针对这样去处理，这样说太有针对性。难道当初通过组织犯罪条例的时候，这些本省挂跟外省挂的帮派也可以跳出来说不行，你们太有针对性，怎么可以说我们是组织犯罪吗？所以国民党现在如果继续做这样的困兽之斗，其实只是继续在降低人民对你们的信任度而已。看过这么多民调，70%以上的台湾人民觉得应该要处理不当财产，而且是立即马上就要处理。如果国民党的成员、国民党的委员同仁们哈，继续还要再啊负隅顽抗啊，继续还要再消耗你们所剩不多啊的一个民众的支持度的话，坦白说，站在竞争政党的立场，我们其实是应该要乐观其成的哈，只是啊希望啊这个在整个议事的进行当中啊，我们奉劝国民党啊的委员同仁，好，其实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今天有这么多媒体在场，表示大家都关心这样一个提案，啊，要么你们如果觉得真的继续坚持说，啊，这样，你们的立场，那么也请今天我们就不要再提审你们所提的这个政党财产监督条例。你认为所有的政党都应该接受监督也没关系，另外请你们的招委排案，啊，我们好好的审你们就你们所定的立场，说所有的政党都拿来审啊，即便你们要审的是这些啊根本跟你们的党产完全是不相干的你们的这些说法跟理由那也没关系，那就让我们好好的来审民进党立委所提的这六个案子，不管你们有没有不当，这两个字，我想这个是台湾人民所期许的转型正义，是应该立即马上要做的，请国民党的立委善体行事不要一错再错。以上。好，谢谢高委员。接下来请国民党党团来做提案说明。本席在这里要清楚的说，请民进党不要再用任何刻意抹黑的方式来污蔑中国国民党。我在这里要讲，他们说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性，他们所有的提案全部都是提在民国76年以前所成立的一个政党。然后，我想中华民国的宪法第7条也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今天民进党所提的案子，如果不是只在每一个条文里面都写的中华民国76年7月15号以前成立的政党，那你如何告诉我说你们没有针对性？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在整个我们刚才很多民进党的委员所提说什么妇联会、救国团都属于中国国民党，很抱歉，妇联会、救国团都不是中国国民党的附属组织。我想中华民国是中国国民党领导创建的，的确在这个时间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阶段，也有历史的背景。那在民进党执政的那八年，也曾经清查过中国国民党的党产。在清查的过程当中，监察委员黄雄也提出调查报告，他所提出的调查报告里面有问题的也经过处理，而且在诉讼过程的案件中，中国国民党大多数几乎都撤销上诉，其实就是向人民表示我们处理党产的诚意跟决心。不仅止于是监察院做过调查，在当时的行政院也做过调查，而调查的内容跟报告其实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我们也经过一定程度的清查去处理它。我想今天国民党很愿意把这样子的案例拿出来这里一起来讨论，但是宪法明文规定，我们是一个每一个政党都必须要公平竞争。今天对于我们所有的政党当中，我们必须要用更透明、更开放。民进党不相信国民党的党产，我们已经清查过。虽然你们经过监察院跟行政院的调查，但是同样的，我们也不相信你们的党产。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国民党越选钱越少，民进党越选钱越多，不仅止于是基金会等等。所以我们要求我们在宪法的架构下大家一律平等。我们所提的版本非常的清楚，就是在宪法给予我们的和平公平竞争，而且同时也能够透明公开的方式。所以我们正式要求，就是只要这十年内，包括我们有参加选举，包括我们有参加募款等等的政党领到民脂民膏，所有的政党大家的所有的财产都必须要公平透明公开，我想这才符合人民的要求，这是我们整个提案的整个的精神跟背景。以上，谢谢。好，那个谢谢国民党的说明啊，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部长，我们内政部陈部长说明啊，那就有关委员提案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什么意见要表达？哎，陈部长。主席、各位委员、理事先生，大家早安。首先感谢各位委员啊，今天啊排审相关由啊各政由政党以及委员所提的有关党产的处理的相关的条例，政党在啊现代民主体制中扮演的相当重要的角色，有关规范政党财产的问题。本部已经拟具的政党法草案，秉持着政党财务公开的原则予以规范。草案已经报奉行政院，在105年2月1日核转大院来审议。四、完成立法后，对于健全政党的财务、建构政党的公平合理竞争的机制，以及落实民主宪政的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政党为政治性的组织，与一般公司企业本质不同，如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并不符合它的存立的目的。因此，立法限制政党不得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各党团委员所提的政党法的版本立场，可以讲都是一致的。对政党法施行以前，政党经营或投资的盈利事业，行政院版的政党法草案在45条也规定，应于本法施行后2年将其股份出资转让，借其无法转让或转让的条件显不合理者，
应在六个月内信托予信托业，其立法的理由并已经说明，信托所得的收益不得用于经营或投资盈利事业。如信托期间有合理转让的条件，前开股份出资应以转让的方式来处理。在政党法尚未完成制定前，为落实政党财务公开的精神，本部曾经在1995年的1月16日，函颁了政党及政治团体财务申报的要点。政党从1996年起向本部申报财务及财产的状况，并由本部将其申报的资料予以公开接受各界的检验。该要点为政党法完成立法前的衔接机制，虽无强制性以及处罚的规定，需仰赖各政党主动的配合，但该要点的订定已跨出政党财务公开透明、全民监督阳光的第一步。未来政党法如经完成立法程序，自当回归该法的规范。另外，大院委员以及国民党党团关心政党过去取得财产的处理问题，依据监察院1990年4月6日函送行政院的调查报告组织，在解除后戒严之前的政治体制下，确实有政党将原属国家的财产移转登记为所有，或接受各级政府机构无偿赠予土地及建筑物。行政院为了协商处理财团法人中国国民党取得的争议财产，已经在1993年3月1日核定政党及或其附随的组织取得或使用国家资产的协商处理原则，经财政部在1993年3月10日分行各机关实施。行政院也责成财政部主政，并会同相关的机关组成专案小组处理政党过去取得争议财产的问题。事后，财政部也曾经在103年的10月13日向大院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了行政院及各机关将其所管有的公有财产赠予、转账、拨用或拨归于社团法人中国国民党所有或经营案之后的清理及处理的专案报告。目前各部会相关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对政党过去取得有争议的财产，以寻司法诉讼或协商的方式处理，另由协商方式返还的部分，除了财政部已经协调国民党以抛弃所有权方式办理国有财产、国有登记、不动产，总共有56笔的土地，面积有1.62公顷，有6栋的房屋，面积14657平方公尺，而由各地方政府赠予国民党的公有土地，国民党已完成回归各级地方政府的土地，也有74笔，建物有31栋。诉讼的部分，财政部对于台北市万华新世界戏院的诉讼败诉，对中华日报涉台南国宾大楼的诉讼胜诉，教育部对于中国青年救国团提起建坛活动中心经国大楼土地的诉讼已经和解并完成国有登记，交通部对中广公司提起5件土地返还诉讼案，除了嘉义民雄案败诉以外，新北的八里、板桥的民主段、彰化的分园、花莲的民情段等4案都获得胜诉。至于大院叶委员宜金、黄委员韦哲、郑委员宝清、陈委员廷辉、郑委员应鹏、高委员志鹏等人，以及国民党党团对政党过去财产处理的提案版本，仅将本部的意见说明如下，仅供各位委员的参考。第一，对政党过去取得争议财产的处理，本不待另定法律的规定即可提起诉讼处理。由国民党党团、亲民党党团叶委员宜金等24人、陈委员廷辉等21人以及高委员运鹏等22人分别提出之政党草案，也有相关的规定。原如有立法规范之必要，就以政党法中明定或另定专法，予以横酌，以免未来两法完成立法后规范不相一致的问题。
第二，国民党党团提案版本草案第十一条，本条例施行前，政党取得的财产，主管机关任有争议之处理，应移请监察院调查之，为主管机关如何认定政党取得财产有争议，其认定的程序或标准如何，又移请监察院准用监察法相关规定调查或争认定争议的财产，政党如何进行权力的救济。我建议在后续条文讨论的时候，也能够进一步的厘清有关叶委员移金、黄委员委责、郑委员保清、陈委员廷辉、郑委员应鹏、高委员志鹏等人所提的版本，将本条例公布之日前取得之财产，扣除党会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经费费用补助金以及支席外，一律推定或定义为不当财产，由政党举证及其取得财产符合政党本质，以民主法治的原则，否则需将财产移转至特定基金或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是以法治国家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未尽相符，恐将影响人民对法律的信任，有无侵害善利第三人之财产权等疑义，建立在也参酌法务部以及各方的意见，审慎予以考量。以上的意见，敬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好，谢谢部长。那接下来我们另一位提案的委员陈廷辉委员来。谢谢主席哈。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政党法与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如同国民党说的，我们要共同来处理所谓这个党产的问题是不是不当，我相信各有见解。可是呢，从民国76年7月15日前，能够有党产去作为党产的处理，甚至党产的投资，我相信也只有国民党。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在帮国民党做事。为什么？因为国民党每一次都会被提起不当党产，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次把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把它定掉，那么可能下一次国民党就不用再背负这么重的包袱。所以我们在整个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很清楚我们所设置的时间点是中华民国76年7月15日前成立，并依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规定备案者。那么应返还的财产是包括政党违反政党本质或其他民主法治原则所取得的财产，或其附随组织取得的财产。那么所谓附随组织是包括独立存在而由特定政党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经营之法人、团体或机构。这个部分是我们的定义，所以我们的定义非常的清楚。还有我们所希望来处理整个调查过程的是由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委员会，这个是主管机关，也是处理调查机关。在这个调查机关当中，我们也希望说，经过调查委员会认定属于政党应返还之财产者，应该命令政党或其附随组织于6个月内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依照他取得的对象，当时候被占有的对象到底是谁，来做实质的处理跟调查，返还给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那么如果依照这第五条的规定，我们所做的处分是必须有公开的听证程序，所以这个国民党所担忧的追杀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它是可以经过听证程序来做于实质的一个处理跟调查，所以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透过听证程序来表达你们的意见。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政党财产调查及处理的委员会，这个部分我们在第16条也有明文规定，我们并不是要去做追杀，而是大家以公正人士共同来处理
整个历史质疑已久的一个问题。所以在第十六条，调查委员会是隶属于行政院，至委员十一人至十三人，由行政院院长就下列人员提请总统派任，并指定其中一人为主任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委员，委员除主任委员外均为无给职。那么他的对象是检察官、法律、经济、财税、会计或地震等学者专家，还有律师、会计师等专门业职业及技术人员工会推荐的代表，还有其他社会的公正人士。那么这些委员如果是同一党籍者，他不得超过委员总额的五分之一。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调查过程，我相信是公平、公正、公开，绝对不会因为哪一个政党有被追杀的感觉。所以我们都希望说，这个委员会在第十八条，它是完全依照法律公正独立行使职权，而且在任期当中是不得参与政党活动。所以我相信在整个过程我们都有思考到，我们绝对要把和解、要把沟通摆在第一位。所以在我的提案内容当中，我的提案并没有不当党产这几个字。所以国民党一直说我们已经把它画了框架，完全没有。我的提案是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草案。所以大家如果有诚意，大家希望沟通，都可以坐下来沟通，把所有的问题一一解决，而不要让国民党每一次都觉得说他们的党产就是被当提款机。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等于在帮国民党解决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历史共同的问题。这个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机关要做补充说明？财政部呢？要不要？财政部要不要再补充说明？啊，不用，好，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询答。那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十加二，十分钟，必要时延长两分钟。非本会的委员，好，时间发言是八加二，八分钟，延长两分钟。那截止登记的时间在第一位委员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截止登记。好，那本会的委员是包括内政、财政跟司法法制委员会三个委员会，我们今天是联席会议。好，接下来我们请第一位发言的委员黄国昌委员。谢谢主席哦，时间的关系，是不是可以麻烦请主席请陈部长，那以及法务部、财政部还有交通部的代表都一起上来。好了，一起上来，来。我首先呢、啊，先请教一下那个陈部长，就谢谢部长、啊、在今天提出啊书面啊的报告，在你书面报告里面呢、啊，有提到说啊就。有关于在国民党他们所提出来的党版当中啊，适用监察法。那请问一下部长哦，按照部长的认定啊，如果按照国民党所提出来的版本，监察院准用监察法的规定，调查有关于所谓的争议财产的决定，请问这个决定在法律的性质，您认为是什么？啊，因为啊，监察院是在我们五院里面属于。啊，这一个比较公正的一个啊，独立没有了。我现在在问你的哈，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啊，就麻烦部长针对问题回答。监察院按照监察法对于争议财产的认定，那个认定它的法律性质是什么？也是从行政机关处理业务上当与不当来做行政的认定。啊，所以你说政党如何进行权力救济，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当监察委员如果他们对于他的这个认定啊，政党的本身认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规范到这个啊这个地上这个政党，然后政党有申诉的管道？我这样讲好了啦，监察院
最后就这个争议财产所做的认定，不服的政党可不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如果可以寻求司法救济的话，请问提的是哪一种诉讼？请部长针对问题回答。我们基本上我们是认为现行的法令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是比较恰当的。非常好哦，部长，你有没有看过其他民进党所提出来的版本啊？包括时代力量，我们已经提院会，只是还没有送到委员会来，那以后再并案。他把有关于政党财产处理委员会设在行政院下面，请问那个委员会针对于到时候命政党返还财产的那个处分，性质上是什么处分？他也是用行政上来认定。他是不是行政处分？是。那按照这个行政处分，你有没有看过民进党团他们所提出来的各项版本？对于这个行政处分，如果有不服的话，可以寻求什么救济？我没有注意看。可以寻求行政增送的救济，所以我会建议哦，内政部的官员啊，下一次针对不同的法案的版本提出你们法律上面的高见的时候，是不是至少可以把不同的版本看清楚，再来发表评论，会比较适当一点。你如果说今天提的这个书面报告，今天要审理这么多版本条例的草案，这些草案的内容都没有详细的阅读，了解这些草案里面法律的设计以及接下来的司法救济程序，就这样率而提出这样子的书面报告，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我们只提供给各位参考，这个法令的审查以及提案都是贵院的啊这个权责。好，我进一步请教我部长，你们说在书面的审查报告第五页哦，说是与法治国家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未尽相符，恐将影响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这里所讲的人民指的是谁？就是我们国民，因为一般就是一般的国民嘛。那包好，那我再进一步具体的问哦，包不包括中国国民党？当然，所有的人都是包括所谓的国民。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现在立法去追溯不当党产的话，会影响到中国国民党对法律的信任，指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们是讲法律上一般的适用都是发布之日起施行，那么对于要溯及既往，我们觉得要比较严谨的态度。部长，您了不了解啊？在国外的立法例当中，针对真相调查委员会这种组织的设计，如果不溯及既往的话，要怎么做？你有看过南非的立法？你有看过德国的立法吗？我不是学法的，所以我再次的建议啊，贵部如果啊以后要提这种书面报告的话，我是觉得内政部啊里面有很多很优秀的同仁啊，在报告内容的精致度上可以再进一步细致的话，可能对于啊本院在讨论相关的法案的时候才会有实质的帮助啊，因为我相信所有的委员都不希望看到这只是一篇作文比赛。我接下来请财政部的官员麻烦。来，财政部，方委你好。请问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什么时候停止运作的？他是在1998年，奉行政院函同意。为什么停止运作？因为行政院当时认为是说那时候的一些考量协商处理原则，该处理都已经处理完竣的。所以你指的是说，在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下面有关于党产处理专案小组，该处理的案子都处理完了，是这样吗？对，当时经过那个许政务员召开很多次会议，也是按照那个处理原则去处理的。今天哦，这里有一份参考资料，第二册大本厚厚的，是你们财政部啊所提出来的，麻烦您翻到。哇，这个你们125页，不好意思，可能要麻烦你快一点了，要不然这样子我的时间会不够。先看到哦，总页数，你们有一个交通部追讨中国国民党财产书面报告，交通部在105年3月11号提出的，这个总页码是几页？我不是很清楚。我先直接问你啊，就板桥机事，交通部追讨出来目前的财产状况，就有关于板桥机事的部分，现在进行的怎么样？这个它是交通部胜诉了，那目前办理可能还是要麻烦交通部来跟各委员报告。来，请交通部上来。
你们今天提出来的书面报告哦，就板桥机事说，还有13717521地号两笔土地，是，然后是在出售前已经移转登记给第三人了。就这两笔土地，现在目前追讨的情况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两笔土地，我们因为要看预算的情形，我们是计划原则会在今年会提送。对不起哦，就有关于板桥机事的部分，你们什么时候取得胜诉确定判决？我们是在103年8月。2014年取得胜诉确定判决吗？是。那到目前为止执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16笔土地都已经完成国有登记。那刚刚的那两笔土地迟延到现在还没有去进行进一步追讨的理由是什么？跟委员报告，其实应该是说交通部依照当时院里面跟院里面的指示，要诉追的是针对还在中广名下的财产。对，那这两笔，我现在先跟你确定一件事情了，就是从最高法院的确定判决书，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来说，当初中广取得那两笔。取得那个板桥机事的土地是不法的吗？对吗？是。如果合法的话，你们怎么会取得胜诉确定判决？是不法的吗？你2014年就已经知道不法了，你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始追讨？跟委员报告，其实那两笔是我们后来针对律师有评估说，因为已经移转善意第三人，所以我们好，现在移转善意第三人是你不可以向善意第三人直接追讨嘛？但是中广卖那两笔土地所得的价款，如果当初土地是不法取得的，是不是不当得利？是。那为什么不追讨？我们没有不追讨，而是说，因为我们每年编的诉讼费用，我们是预计在今年度比较有可能是有相關的。你们是不是哦？现在要开始处理房产了？才开始慌张啊，所以在书面报道啊才说啊，你们之前不是不讨，只是还没有编预算要编诉讼费用。胜诉判决什么时候就拿到了？到现在还没有积极的采取任何的作为催讨。我再请财政部的官员，刚刚你不是跟我说，你们评估认为国家资产经营管理委员会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该要的都已经要了。现在我已经很具体的举出来哦。有一笔是法院已经确定判决中广不法取得的，交通部到现在连诉讼提都还没有提哦，还没有提的理由是说还没有编预算，还没有编预算要去请律师，这个叫做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委员会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吗？我想当初那个专案小组经过那个谢前院长的提示，由许政务委员召开相关会议讨论，他的处理原则基本上是针对还没有移转到第三人或被政府征收其他的土地。没有嘛？我刚刚就问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问题，那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是说，移转登记给第三人，如果一开始土地的取得是不法取得的，所买卖的价款是不是不当得利？他刚刚也回答了，是不当得利嘛？那我现在就要追的就是说，行政院马政府在执政了以后，一方面对社会宣示他要归还不当党产，但是他所实际掌控的行政院对于追讨不当党产努力的程度是能放水就放水，这个不是最实际的例子吗？主席不好意思，我时间是不是够啊？那个刚刚动作比较慢，再给你一分钟。好，谢谢。第二个事情是一样再请你刚刚翻到你们交通部所做出来的，刚总编码125页附件四，中国国民党财产取得缘由，板桥机事、花莲机事，你说这是中广接受日治时期台湾放送协会各地的财产，这个是我刚刚所讲的，最高法院判决胜诉确定，应该要还的。他把那个时候国防最高委员会把那块土地移给中广，把它认定成是不法。翻过来，仁爱路地堡的那块土地一样是中广公司接收日治时期台湾放送协会各地的财产，一样是奉最高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指示。请问财政部对于地堡的这个财产，目前追讨的进度是怎么样？因为当初行政院的处理原则就是说，已经移转出去的话，就先不处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只要转卖出去变成现金以后，对于现金价款的追讨，你们采取的是不处理的态度吗？因为当初那个清查的阶段，那处理的过程确实是
就那个没有啦，不要再去移转焦点。我问的问题很具体嘛，如果是不法取得的财产卖给第三人，善于第三人当然保护嘛。但是你所取得的价款是不是不当得利？刚刚也说是了嘛。我现在的问题很具体，就地保这一块的不当得利，目前你们所采取的任何行政作为去追讨具体的进度是什么？提诉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不提诉？因为我们那个阶段性任务已经算是完成。后续我想我们会没有关系啊，主席不好意思哦，最后二十秒，请法务部的上来。那个动作快一点了哈，都站在旁边。政党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当初2002年是不是法务部提出来的？报告委员是奉行这个指示，我们法务部提出来的。你们现在为什么在网站上面把你们当初法务部所提的草案移除掉了？最主要的理由是说，那目前哈，已经那个时空已经转变了哈。所谓时空转变，是因为你们因为现在是马政府的官员，所以不用追讨不当党产。这些之前文官应该要持续所提出来的草案，就可以静悄悄的从法务部的网站移除，想要消灭人民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吗？这个是法务部在施政的时候应该有的作为吗？今天还不是一般部会哦，我会特别问，是因为是你们的法务部哦。报告委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是说，我们讲说91年我们奉行那个指示之后，那提没有关系啊，不好意思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要耽误其他委员的时间了。我们接下来在审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法务部再慢慢的解释。我要问你们问题还有非常的多。好，谢谢。好，谢谢黄委员。那个交通部哈，在会议结束前，是不是可以把板桥基市那两笔土地嘛？因为你们。刚刚有听你讲说要不当得利的部分要诉讼嘛，对不对？那还没诉讼前，是不是你们有没有任何的公文或者是行政程序要求要协商相关不当得利的部分？都没有、啊。跟委员报告，其实应该是说交通部在拿到所有权之后，那其实我们的专案报告里面有说明，我们除了板桥基市还有八里基市，其实我们都已经提所谓的无权占用的这个不当得利。那另外那两笔我们都有签准，是要在106年以前会提送。所以你们都没有任何的要这个不当得利。相关的这个部分跟中广协商都没有、啊。没有，那是我们自己签准的，是。反正你们就直接走诉讼，预定要走诉讼的程序就对了哈。好，这个接下来请徐国勇委员来10+2啊，请各位把握一下时间。哎，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内政部长来。好，请陈部长。那个等一下上来都不要行礼的，直接就上来。好，委员也是一样。部长，如果有一个人，他拥有一支50年前的枪，请问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可不可以适用？叫他交出来，如果他不交出来，那会不会有刑罚的问题？会不会？看法律。看法律？我就在问你，这是你们内政部主管的警政署的，还问我看法律？他法已经有法律了啦。法律如果说不可以拥有枪械，那这个枪械有杀伤的能力，那么就不可以。告诉你啦，就是有啦，就是要抓去关啦，就这么简单啦。那为什么是这样子？警政署有没有人来？不来。好，今天不会有请、因为跟警政署无关。我为什么问这个例子？跟党产有关。我只要举例给你听。50年前拿的枪炮，你为什么不说他不溯及既往？你为什么不说他所有权绝对？为什么要交出来？为什么要判刑？为什么？因为他不当，因为他不合公平正义，是社会所不容许的。所以不当党产跟这个以前所拥有的这一些违法的枪炮是一样的。告诉你，请回去。我现在接下来法务部。好，那个法务部。好。我请教你。你在办案，你有检察官资格吗？包围我没有。你没有？吉奈奈有没有检察官资格的法务部来的？有没有？具有检察官资格的法务部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有好有，我们请这个来。有。那、怎么没有在我们出席名单里面呢？好，你当检察官多久了？跟委员报在10年。
十年了，相当老经验。我请教你，如果你再办一个案子，我说徐国勇委员可以拿一颗石头丢到总统府，从这里丢到总统府，你相不相信？不相信嘛？还有什么好回答？你真的相信哦？对，是。不会相信嘛？我说我拿一颗石头丢到美国白宫，你相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嘛？是。啊，我如果说我拿一颗石头丢到我们主席这里去，你相不相信？相信嘛？啊，你要不要做做看？你哪一个动作你要我做做看，你才相信？丢到白宫你才相信，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可能嘛，所以我要丢给你看。办案是不是这样办案的？是嘛？吼。基本上我们就看证据了，举证责任原则了。我不是在跟你讲看证据，法律的举证责任怎么规定的？我想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几条忘了、喔？不会吧？这个对于当事人主张的事，他本身就要负举证责任嘛。所以举证责任在哪里？知道了、喔、好，那我就告诉你，国民党的举证责任在哪里？国民党怕苏兆阳来个台湾，带了什么？他哪来的那么多土地？所以显然这个土地的取得，他要证明嘛，就好像我要证明我可以把一颗石头丢到白宫，我要丢给你看嘛。国民党要证明他的土地是得来的，是正当的，他要证明嘛。如果不能证明，全部都是非法的，就这么简单嘛。请回去，法务部也请回去。所以刚刚我提到的这两个，就要告诉你不当当场在哪里。部长，我们请陈部长来。好，部长。所以国民党的不当党产，我刚刚举两个例子给你听。五十年的枪，五十年前合法取得的枪，现在会变非法。请问，你为什么不溯及既往？你的报告里面有提到说不溯及既往，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为枪炮为什么不溯及既往？因为它不正义啦，不正当啦。啊，知不？所以不当党产跟这个枪炮是一样的，不正当，只不过枪炮拿来杀人，国民党的。在一些党产拿来选举啦，所以你的报告里面在法律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要再请教你。你提到说法律不溯及既往，请问我们法律可不可以立法溯及既往？我要问你这句话。可以啊，可以。那你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在立法？我们讲的是一般的原则，我们讲说如果你要溯及既往，要非常的审慎，请委员看清楚，我们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要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现在立法，法律不溯及既往，不是立法原则，一般原则。什么一般原则？是法律适用的原则啦，一般原则。立法有很多一般原则，它只是法律适用立法以后的适用原则啦。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在这里，政党如果说他要用这个什么法律不溯及既往。也要看对象哎，所以我刚刚特别举了两个例子，国民党的党产来源有问题，他要去证明，因为他不可能带着土地从中国跑到这里来，所以在这里来讲，凭什么国民党还在那边讲说他们的党产是什么、哦、合法取得什么讲一堆，合法取得你证明出来，你买的证明出来，那你就保留，你们的党员交的钱证明出来，你就保留。其他的不能证明出来，全部都是非法，这就是最简单的立法原则啦。那我要再问，部长知不知道，纳税在去年有个九十几岁的，还继续被审判，还被判了二十年，在德国，你知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没有看到这个消息，没看报纸好，啊，我现在跟你讲啊，你就知道了哈。请问二次大战到现在距离多久？六十年了。六十年嘛，超过了，超过了。啊，为什么？七十年了哈。啊，七十年，我们抗战七十年在那边庆祝。那请问，那为什么七十年了还在追？按照我们的法律，全世界的法律，台南办案哈，以前二十年哦，追诉权就过了啦。如果是现在的法律，也是三十年就过了啦。再加上让你停止时效进行四分之一的话，啊，二十五年算了，七年半嘛，给他了。为什么这个七十年的人家德国还在追？为什么？你猜？好，我再问你，去看看德国的一些报道，找到纳粹当时搜刮
德国人民、搜刮法国人民、搜刮英国人民的这一些民脂民膏，这些包括名画，德国有没有返还？最近才发生的，也是报纸，你大概又没看到了。人没看，大概物件也没看，还是还了。为什么要还？七十年了嘛，不受既往，善意取得啊！啊，善意取得，为什么纳税七十年前不当取得的财产纳税到现在，为什么还要还？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你，有这些案子，就在去年发生的。啊，部长，为什么？不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不要告诉我什么时效。国民党老是讲时效取得什么，其实没有什么时效取得。时效取得最主要是要针对我们人民的私经济的行为，私人经济的行为才有所谓时效取得，要保护人民的所有权。善意受让，指的是知情不知情，也是要保护知情的人民，或者保护不知情的人民。如果知情的人民也就是恶意，我们就不保护。所以我今天从法律的几个见解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私经济行为还可以有时效。今天国民党是一个怎么样的团体？所以我要来问部长，我们的人民团体法里面，人民团体分为哪三个部分，哪三种团体？政治团体、一般的啊，这个团体，三种团体，还有社会啊团体。哎，我讲了哈，可能部长也不必理解那么细致啦哈。麦金，你免去救部长，哎，这我唔是要甲部长闹开，所以你放心，部长是我的好朋友，从台北市政府到现在，哎，我要问的是，他有职业团体，有社会团体，还有一个叫做政治团体。为什么要把政治团体跟职业团体跟社会团体要分开？尤其社会团体，包括社团，包括财团法人，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当然职业团体大部分都是社团法人。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政治团体要分开？为什么？其实我知道您也要讲，就是说政治团体本来就要比较高的啊社会的啊这个责任跟那个道德。所以保定你太了解我了，你都知道我要讲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吼，政治团体为什么要跟社会团体跟职业团体分开？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性的东西，它没有什么时效的问题，没有什么善意的问题。因为政治团体尤其是政党，在我们人民团体法里面规定政党是什么目的，政党就是要选举来取得政权，人民团体法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所以如果不以推荐候选人去选举，那叫做政治团体；如果要推荐候选人去选举，那个就叫政党。政党是要推荐候选人去取得政权，不管是在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的政治性这么强，他的政治的目的就要取得政权，怎么可以有不当党产？他的不当党产怎么可以有时效？他没有时效的问题啦，没有什么不溯既往的问题啦。所以其实部长，我知道这你不是专家啦，你的内政部分我也知道，你的都是在工程啦，我们以前在议会，台北市议会都认识你啦，所以要你回答这个很痛苦。我只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借着法务部的机会，借着你的口中，要告诉我们全国人民，这一些政党取得的这些财产对人民是不公平的，对整个国家是不公平的，而国民党还想继续拥有这种不公平。我不客气的讲，这样的政党想要用继续用金钱来取得政权，用金钱去参与选举来影响选举，这个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不应该有的，也不应该容忍的。同样的，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我刚刚所讲的包括举证责任这一些的适用，也适用在妇联会，适用在救国团。妇联会是一个政治团体，什么叫政治团体？他除了没有推荐候选人以外，他就是一个政治取向，以政治取向来作为他团体运作核心的一个团体。这样子的团体，他的钱的来源不当，钱怎么来的？妇联会可以随时有几千亿的财产。为得来，我们的绕军捐来的，我们的绕军捐没有法律规定，当时大法官也说他违宪，因为没有法律规定不可以拿人民的一分一毛钱，这叫做法律保留原则。宪法所规定的法律保留就是在这里，一个将军可以叫一个兵往那里攻，
然后呢可能会死亡，可是不可以拿一个兵的一毛钱。这个是在正义里面，哲学里面的正义，法律的正义写得很清楚。妇联会凭什么这么多钱？而且他又是政治团体，你们不去清算。人民团体法66条给你们有制定办法的权限，给你们制定法规命令的权限，而你们没有去制定。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失职。民进党当时要制定，是因为国民党在国会多数，他背锅，你们应该去处理，没处理。所以我在这里做结论：这个政党不当党产的取得条例，是台湾民主正义的实现，应该要赶快立法。谢谢。接下来段宜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内政部陈部长，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编副署长。好，那个上来的官员哦，你不要站在红线的后面，你就站在部长旁边哦，这样比较快。来，这个我先跟副署长请教了哈，你们在报告里面提到。国产署诉讼案件里面有一件是败诉的，是台北中影公司新世界大楼的土地。那么起诉的时间是民国96年12月19日，是确定败诉是102年12月5日。败诉的原因能不能讲一下，简单说明？新世界大楼我给大家看一下哦，它在1920年12月啊，是日本人那个时候。这个开的戏院，那是台湾最大的戏院，叫新世界堂。这个照片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到1955年又改建，变成一个大楼。好，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新世界戏院。接下来看的是现在的现状。我给你时间，你想一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败诉啊？跟我们报告这个败诉的确实原因，我是。你为什么可以不知道？你们败诉的就只有这一件。你今天来报告，你们又提供了书面的报告。我跟你说一下，部长，请你也仔细听哦。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国民党党产这个过程有多荒谬。以新世界戏院来讲，其实总共包括新世界戏院在内，还有其他的十几家戏院，他为什么会败诉呢？民国35年10月22日，国民党省党部的主委叫李义忠，他发了个电报给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跟中央党部说啊，现在我们接收日产的戏院，国民党中央党部可不可以去跟行政院讲，说这些戏院就拨给我省党部来接管。后来呢，行政院呢就指示了，在1947年。民国36年就指示说，架构是什么意思呢？请你来跟我买，这很正当吧，对不对？你们两个都点头了。后来怎么架构的呢？架构之前啊，先让国民党去接管这些戏院。那怎么架构呢？因为1947年啊，行政院说啊，因为国民党要求。说对日战争啊，国民党花了很多的钱，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不光是台湾哦，那个时候包括中国大陆每一个地方的叫做敌产，哦，就是敌人的财产啊，通通要用来赔给国民党，来赔给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在战争时期的花费跟损失。中国国民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仗的时候啊，我国民党有花钱呐，好，譬如说用日产的戏院呢，就是用说，因为我有宣传费用，那我宣传费用我花了钱，所以请你拿这个敌产来作价，来补偿我国民党的损失。我这样讲有没有唤起你的记忆？还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案子？我比较晚进国产署了，是大概因为你本来在台北市政府，对不对？所以你不了解这个案子，你到了我们立法院来报告，你连你口头报告、书面报告，你应该要有的
你国产署的案子你也不去了解。今天在1947年，我跟部长请教一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宪政时期啊？你知道吗？36。民国36年12月25号，我们宪法开始施行，对不对？所以在1947年那个时候是叫做训政时期，对日抗战那个也叫训政时期。你知道什么叫做训政时期吗？嗯？你知道什么叫训政时期？我不是很清楚它的定义。你不是很清楚它的定义，我告诉你，训政时期根据训政时期约法，就国家的这个叫国民大会啊，没有，就是有中国国民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代行国民大会职权。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闭会时间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来代行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的职权。也就是说，什么叫训政时期？就是国家就是国民党的，根据训政时期约法，国家就是国民党的，所以国民党管这个国家。好，国民党管这个国家，当然党库就是国库，国库就是党库。好了，在对日战争的时期，所有的事情都由国民党决定，所有国家的财产都由国民党支配。打仗打完了，我们的国家去接收了敌产，国民党说，我在战争时期的费用请你国家交给我来抵债，抵你国家欠我的债。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不，这个时空背景说实在看起来，那我们就回到那个时候时空背景啊。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国民党接收了，以 新世界戏院为例，法院判决你国产署败诉的理由很简单，是因为行政院那时候就作价卖给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呢一毛钱没有拿出来，用来抵说我在对日战争时期我国民党所花的钱。国民党花的钱就是国库的钱啊，因为国库就是党库啊，因为国民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代行国民大会的职权啊，因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是国家的最高的行政机关跟决策单位。打完仗了，现在说我花了钱你国家要赔给我，那我们有选，我们有机会选政府吗？我们有机会选国会吗？我们有机会选总统吗？没有。在那个时候，包括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包括被你国民党接收之后的台湾，到1947年以前都在训政啊。1947年12月25号以前都在训政啊，人民没有权啊，权是在国民党手上啊。你开始接收敌产之后，变成说打给铁来督小，然后你就接收了，法院也照这样判决。辩护署长，我这样讲，你觉得国产署，你站在国产署的立场，你服气吗？对于法院的判决？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上诉了，最终判决还是我们败诉嘛，对吧？所以你输就输了，反正也不是你的钱，你连什么原因都不需要知道。我们请司法院民事厅的邱厅长，我们请法务部法律事务司的郭全庆专门委员，还有刚才有提到一位检察官，麻烦你们一起上来好不好？来，都上来，来，好。这个案子呢，刚才新世界戏院呢、啊，在民国92年12月19号起诉，但是呢，在前一年呢、啊，民国95年4月27号，中影公司就卖掉了，对不对？是，没有错吧？是，中影公司呢是由国民党的中央投资有限公司卖给了罗玉珍跟庄婉君这两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比较小，你们看不清楚啊。中央投资公司把它卖掉了。中央投资公司把它卖掉呢，在2006年，民国95年的4月27。那在这之前呢、啊，其实罗玉珍跟庄婉君还有一个这个买卖的见证人呢、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章，再往下，好。这个买卖的见证人，一位是李永然律师，另外是蔡正元先生，以前的本会的委员。好，他们蔡正元先生作为
这个买卖的见证人，但是他在签订这个叫做买卖契约书之前呢，他先跟这个买卖的买方叫做罗玉珍跟庄婉君又先签了一个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呢，我们请看这个密约的第三页最后一页。好，这个密约为什么说是密约呢？因为他签合约的这个三方啊，甲乙丙三方都讲好了说，我这个不可以对外去公布，你要保密。这个密约里面说什么呢？因为他们跟中央投资公司买这个中影公司分成五次付款。我们请看一下、啊、这个买卖契约里面、啊、的这个 第二页。 好，这个就是他们签的这个密约了，说是要 买的这个密约。他这里面有提到啊，他说因为分五次付款，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付款啊，要由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付款啊，要由这个买卖的甲乙方啊，要共同这个同意啊，自中影公司增减啊，请看第一页哈，增减资取得款项，增减资取得款项，那包括处理中影公司的资产跟增减资程序，这什么意思呢？来付给国民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取得了中影公司的经营权之后啊，因为它有五次付款，那么第三、第四、第五次加起来将近20亿的这个款呢、啊，要怎么取得呢？由中影公司来增减资。什么叫增减资呢？先减资再增资，然后呢要处分中影公司的财产，然后来付给国民党。也就是说，我这个甲乙丙三方就是罗玉珍、庄婉君跟蔡正元，我们取得这个公司之后啊，开始办减资，再来增资，然后开始处分卖公司的资产，然后来付给国民党。这样我这样讲，您了解吗？你听得懂吗？是。也就是说，其实啊，我跟国民党买的钱，卖的跟国民党买这个中影公司的钱，是去处分中影公司的资产，跟做增减资取得的钱去交给国民党。也就是说，我这个处分这个公司的资产，这个做生意这样有没有问题啊？啊，你觉得？说我去买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东不止他们中国国民党，哎，中国国民党只有82%多的股份，哎，另外还有将近17%的股份，17%多股份是在其他人手里，哎，我处分公司的财产，然后我去交给买方，卖方来买这个公司，这个有没有涉及背信呢？啊？我如果这样子问的话，你觉得呢？报告委员，这个的部分因为是具体个案，那法院他认定你们不了解，你们也不能回答，对不对？我们原则上尊重个案。以这个个案来讲，国民党取得包括中影公司、包括这么多家戏院接收了日产的根据，是因为国民党向国家求偿，说我打仗的时候花了钱，因为这样，和官司打完了，但是到底合理不合理？国民党能出来讲个话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买卖中影公司的过程里面，包括中投跟买方签的合约，这个叫做利益共享。我们其实说不定等一下会有委员提到这一点。这个利益共享机制牺牲了其他17%多的股东的权益。有没有涉及背信？然后呢，这个买方去跟卖方签约之前，自己先签了一个密约，这个密约去商量说我们怎么付钱，来先用大家同意分期付款的时候，先要处分公司的资产，卖公司的资产来付给卖方，这个有没有涉及背信？啊，你们法务部不用去查一查吗？这个过了追诉期了吗？我们如果现场跟你检举，你们需不需要去查？要不要？好啊，法务部啊，要不要讲一下？那么检察官要不要讲一下？跟委员报告，因为委员今天提到这个是属于个案的问题，然后那如果说委员这边有什么资料，如果提供这个新闻都有过了，你们看报纸也可以去办案，我们会正式啊来跟法务部检举，谢谢。好，
那个其他股东哦，当时中联是财政部哦，那个不是一般人哦，是政我们的财政部是股东哦。好，接下来赖世宝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请，请一下部长好吗？来，那个部长。来，部长，你好。好，是。这个今天讲题目叫不当党产了，我也先讲一下。老实讲，骂国民党大家都会骂了哈，没了就廉价了啊，就 easy 了，信手拈来就一堆这种什么案子啊。但是要想了，民进党不是今天才开始执政哦，2000年执政过了。黄汪雄监察委员就提过国民党哪些不当党产处理过了。2000年到2008年，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时候是民进党执政处理过了，该处理就处理，该清算就清算，该还就还了，也是几百笔还掉了。我这里来强调的重点在于，今嘛哦，国民党输个一点，输个安尼啊，这个我是不了解了，民进党还要继续这样追杀，他成本效益有多高啊？我的心里打个很大问号了。他的输啊输个胖瑞啊，要查，需要用这样子大动干戈来吗？我相信啊，这些案子都旧的案子了。民进党委员们呐、啊，民进党先进们呢、啊，搞不清楚啊，旧的案子改一下就重新送啊，吼、哦，动了好高兴啊。外界杠杆如何？我再强调一遍，刚才我强调的蔡英文公哦，谦卑谦卑再谦卑啊，历任党团是斗争斗争再斗争了啊，做一个很会沟通的政府啊，跟我来沟通起来，满面。我再强调一遍是，是我们坦荡荡，哎、欸，现在很多随便一来什么什么借什么借，很多党产过去处理很荒谬，我们弄灾，现在有说不定杜家叶文公。有些党产现在在别人的手上，我们当然乐见把它清回来啊！如果立法院能帮我把它清回来，我马上弄你，对不对？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同意让它复委，为什么？有人要再清一遍呢、啊？已经清过了，我再讲一遍，2000年到2008年已经清过一次的，大家觉得不够，再清一次，下一次换国民党执政，又民进党执政，又来清一次，啊！啊，永远清不完，好像政治提款机啦齁、哦。所以我们坦荡荡的来清正面一战，清和清体齁，马其金后，但是我先厘清齁、哦。请问什么叫党产？你规定起来好不好？你啊，党产当然顾名思义应该就党一个政党所拥有的财产叫党产。他拥有的投资事业算不算？一个广义上，他所有属于这个政党的财产就是、啊、他的财产，比如说他的办公大楼，当然是嘛，民进党也有办公大楼啊，对对对、哦，是不是？当然是党产嘛，是不是？好，他的投资事业，过去国民党被人家一直批评的中投、裕台投资公司，啊、哦，所谓七大投资公司，你查一查，那时候谁成立的嘛？啊、哦，好，这个是所谓党产啊，请问哦。拿到政府的补助款，用党产去成立基金会，算不算党啊？算不算党产？算不算？你告诉我，保定算不算？这个看你是狭义还是广义啦。但是我们狭义算不算？广义算不算？这个看大家的看法算不算。请问你广义算不算？看你在对于政党的要求的啊，这个啊态度跟你那个。所以希望要求的话，以民进党现在这么高的标准在要求，当然算啦、啊，对不对？你说我的党库通国库，国库通党库，你的党库一样，国库通党库，党库通你的基金会，比如说小英基金会就是啊，干不起来呢。所以党产的范围我们确定，说这个基金会如果超过20%或者30%，这党来顶不顶？啊，那么最少，按照我们公司法所谓的民营化的标准，这样一半，这个基金会一半，这样子转过来，这个就是党产。要说规范呢，小英基金会账也要拿出来公布啊，是不是呢？要求的这么高，我们已经被清几次了，不够继续埋定。但是我强调的是要一视同仁。台湾的民主已经走到这个时候，
你现在还口口声声讲这些事情古早的代志啊，还笑死人啊！现在讲现在的。同样的，我们要问呢，民进党几大天王，哪一个天王没有基金会？几乎都有啊。他基金会里面有没有党产？有没有民进党拨出去的？我们要查一下啊。你讲无就无哦，我们要了解一下啊。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对不对？同样的，陈水扁、陈总统执政八年来 ，A 了多少国家的钱？这个钱有没有跑去民进党党库？我们要了解一下啊，是不是呢？这个物件吼，国民党已经是清到这个样子的，大家不满意，我们也不满意啊，所以继续清可以，但是其他政党要一起清，不能够只针对一个法律，只针对一个政党。就像比如说，我今天提一个哦，蔡英文家族财产的什么？调查局处理条例，这个法如果有这样的法，马上被人家笑死。针对性太强，针对性这么强，那为什么可以针对国民党呢？对不对？因为国民党就要输气候，打落水口，都是安尼，对吧？国民党这样的，让我讲完好不好？这个你讲话我都没有去打断嘛，你何必这样？那个台下的委员，尊重尊重尊重发言的委员，你不同的话没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讲第一个，什么叫党产？我们国民党具体主张，党产是党的土地、房舍、经营事业 plus 党产拿出去成立基金会，当然是党产了，怎么不是？根据总统选办法，总统一票50块至30块的补助款是给政党领走的，大家请了解啊。啊，这个钱拿去成立小型基金会啊，对不对？国民党这是这个钱是进国民党党库，所以国民党靠公，对吧？所以我们要提一个东西，我知道你们不一定要同意，但是只要基金会里面的党出的钱超过一定百分比，比如说38%或者最底线50%，这是种党产，要接受规范。第一个，请问什么叫不当？不当当然是不合法啊，不合法不正当，不合法不正，谁来认定？这个一般来讲啊，当然大家社会上对于当与不当啊有一些争议的时候，现行的体制是循司法的程序来，司法途径嘛。首先，当与不当，黄光雄他是监察委员，他提出来，我们认账。大家去告，司法院告的结果我们认账，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的提案委员所提的都是在行政院底下，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因大概就是 follow 去抄这个东西的模式嘛。这个我们不能认账，不要忘了哦。319事件有一个319真相调查委员会，那时候立法院成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时候，大法官释宪585就讲了。立法院不得有侦查权啊，我们是不是请法务部的代表一起来好吗？法务部的长官，好，那个法务部，来，那个检察官也一起上来，来。请教两位司法的长官了哈，按照这个法案，很多的多数的委员提到的是，当于这个。这个委员会成立在行政院底下成立委员会，他们可以进行调查，可以进行去询问，就某种程度的一个调查权、司法权，你们同意吗？我想以行政机关来讲，它是有行政权呐、啊，它有行政司法的这个部分啊，除非法律赋予它的权限，才有办法。所以原则上没有嘛，哈。就是要法律赋予他的权限，那我们这一个什么不当当的处理，这样子赋予可以吗？好吗？你们接受吗？这个恐怕是要那个大院，因为我们是依法来行政嘛，那大院的决定我们会依法来处理。不需要转弯转这么快了，你们的司法法务，你们司法的那种底线都不见了，正义感都不见了哈、啊，当然不可以嘛。怎么由行政单位来行使这个司法权？就像说，
585号的事件案里面讲得很清楚嘛，立法权不可以行使司法权嘛，这里面权力分立这么清楚，啊，你话都不敢讲，对不对？所以有两个单位来，如果这样子，我们这个法就这样通过了，在行政底下设委员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委员会就是东厂了，那就东厂了嘛。这个法通过，明明是一个好事，就算好事好了啊，就要把国民党的过去清一清。老实讲，我们还高兴呢，因为有些现在被人家抢走了，被人家 A 走了，我们还高兴呢，把这钱拿回来，对不对？但是你弄到变成什么？变成行政底下的啊就跟他讲，而且想一想，这里面的委员是什么？大部分都是无几职啊，啊领个出马费2000块，给你负这么大的责任，然后当人家政治斗争的工具。阿里干部，你们两位请回吧，我再请部长。好，那个部长。所以这个不当啊，所谓的不当，要司法单位来认定，大家才服气嘛，对不对？大家才服气嘛。要不然的话，我们来公投案了，赶快呢，谁有问题，我们觉得哎，这个人比较那个，对不对？我们来调查一下他的财产，可以吗？天下大乱了，对不对？我们觉得要查，请大家要收集既往，欢迎，能欢迎，请讲，从李登辉开始查起，对不对？历任大家知道，以现在立委，国民党立委根本对党产是一无所知啊，四个字啊，叫一无所知啊，毫无所悉啊。所以你这里面成立这样委员会，帮我们查清楚，帮我们追回来一点，高兴都来不及了，供给是安内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都了解。我们都了解，过去的很多的党产被洗走了，被 A 走了，那都是跟过去的一些的高层有关系，查清楚，对不对？而且有一些弄一弄，哎，他还帮助民进党的人选举嘞，是不是？你媒体就说呀，是不是？你们以前有谁在选举的时候他什么挹注啊？这里面应该查清楚，顺便查清楚，啊，我们希望多通查清楚，我们态度坦荡荡。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站在一个希望这个法是合宪合法，不要搞一个人家认为有违宪之余的机关，很不好，这样让人家感觉是清算斗争。以现在的时空来讲，这么重要的一个时机，民进党实践的展开一个新局啊，机关的案啊，国民党机关的方式，我个人起以为不可。内容我没有太大意见，改成监察院，我们可以支持，谢谢。好了，那个假如说这个很高兴的话，下台就笑一个了、哦、不要那起来那 keep up 了呢，笑一个了、很开心的。国民党的委员下台都面带微笑下台了，好不好？啊，为让大家啊就相关的这个意见呢充分表达哈、哦，请各位放心。来，那个吴秉睿委员，主席，坦白讲，刚刚那一番话，到现在怎么输的都还不知道了。请司法院的邱厅长来，邱厅长来。委员您好，民法上面的保护善意第三人，所谓的第三人就是跟甲乙第一手跟第二手无关嘛，就是在土地法上面保护第三善意第三人、啊、是。所以如果你这个土地是非法取得的，你是非法取得的当事人，当然不受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对不对？是。第三人就是承接到后手，还得自己证明他是善意，好、哦，还得证明他是善意第三人。如果他知情的话，就不是善意第三人嘛，对不对？对。好，那我现在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哦，这个不当党产因为要处理哦，它事实上涉及到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说，第一个举证责任倒置。因为时代久远，七十几年了，到底当初怎么来的？如果你现在能够拿得出来，你当初合法取得，当然就是合法的；拿不出来的话，要推定为不当嘛，对不对？这个我说现在这个草案是这个精神呐、啊，委员版的草案是这个精神。第二，不受时效消灭的限制嘛，因为时效就15年呢、啊，那如果你受时效的限制的话，
那你就全部都脱身而走了。有一个强盗，举一个例子，有个强盗在那边主张，这财产我抢来的，但是我已经抢了30年，抢了50年，抢了70年了。所以你现在要跟我追赃物的话，这叫清算，这叫斗争。我抢来的，我偷来的，时间一久就该归我了，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条例的第二个精神，不受时效消灭的限制，对不对？我说委员的草案的精神，六个版本里面都有这样子看到。那你赞不赞成这样子的精神呢、啊？有关这个部分，因为他的法规不是司法院主管，那我们尊重主管机关的意见。但是将来你们很可能要用得到啊，因为这个将来如果真正有争议，有两种，一种走行政诉讼体系，一种可能就是民事诉讼啊。那民事诉讼当然在司法院是你民事厅所主管的业务啊。你不表达评论，是因为你不想讲，怕得罪人。因为如果具体的个案或者是牵涉到法院，如果本院呐、啊、立法院通过这样子，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如果大院通过的法律的部分来讲，那就是依照法律的部分。听起来赖世宝是打算送到法官会议解释了、哦，他是认为说这个都违反了这个财产的什么信赖保护原则嘛？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他自己不是善意第三人哦，他当事人，他都要主张他善意，他都要主张他要取得啊。刚刚段宜康在这边讲的那个案子啊，那个个案，那个戏院啊，讲的那么清楚，把日本人留在台湾应该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共有的财产，就直接拨交给中国国民党。当时法院有办法处理吗？戒严当时还是动员戡乱时期耶，谁敢跟国民党讲什么？讲什么就白色恐怖啊，抓去关，抓去杀、啊，坏事做尽，伤害人权，侵吞国家财产，到现在还在这边大言不惭，有没有廉耻啊？有没有羞耻心啊？好，你请回。好，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跟国库署。这个国有财产署跟国库署，喂，你好。两位啊，我请教刚刚第一个委员所请教的地保，地保那块土地原来是哪一个机关的？中广，对不对？中广被卖给谁？现在就盖地堡，你知道价款多少吗？价款不是很清楚。你们财政部自己在你们的报告上面写说，这个是日本放送协会拨交中广。中广是谁的、啊？中广以前在那个出售的时间是属谁的、啊？当时卖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中国国民党的，对不对？算于赋税组织吧，所以他把它卖掉，价款是谁得到啊？中广得到。中广得到，那中广有没有资格卖这块土地？因为当初的所有权登记是中广的。我说，如果你以你财政部现在报告了，你觉得这个该不该追回？该不该？这可能要，因为当初我们刚刚黄国昌委员问了，你就有回答，你现在那边装可爱呀、啊？不然，因为这个行政分工这个、部分是属于交通部来处理的了。那谁能够给我回答怎么追呢？刚刚不是有人说要追吗？刚刚是我是回应黄委的咨询说，我们是目前都没有在提告诉。刚刚是谁说106年以前要追的？没有，那个、要提告、啊。交通部讲是板桥机事的那个案子。我现在讲中广这块地啊。对，刚才交通部回应的是那个板桥机事的那个案子。你可以回答吗？你回答。所以这个中广不是，我是我后面那一位女士、啊，她要上来回答嘛。那个交通部来，总务司是交通部总务司。跟委员报告，我提到说106年前要
要诉追的部分是板桥基市里面有另外两笔土地。那中广的这个地保不用追吗？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交通部当时配合去那个国家资产委员会提报的时候，有交。我刚刚跟你讲，就法律的观点，你卖给洪胜，无论洪胜是不是善意第三人，卖的那一个人，如果他不能卖，他的取得是非法，他卖的话，他就是至少在法律上是不当得利。所以我现在想，你要不要追呢？这笔价款要不要追啊？这是中华民国国民的，报道是47亿啊，光那个基地还说是被贱卖的，哦，80亿也不是47亿，80亿。我跟你说要追吧，因为我跟你建议啊，这个如果要追，民法上要保全呐、啊。现在国民党不停的在报纸上面要登。今天要卖新巨铁，明天要卖长春路，哪一天要卖哪里？光被我的助理抓包就4-5件。保全啊，保全证据，你知道吗？保全资产，以免脱产啊。他卖掉了，钱搬走了，将来怎么追？国财安署，你打不打算做保全啊？什么叫保全？你知道吗？我想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尊重相关法律的制定，我们依照法律来处理，做后续处理。我跟你讲，不当党产违法的部分，你要追你，你想哪？你现在是国三署，现在是你是常任文官呢？你现在要这讲什么？没有，我是因为配合整个哈政策，然后还有相关法目前法律的规定，还有他的。所有权登记的状态，我们来。那我是问你，如果该追的应该不该做保全？该不该做保全呢、啊？这个部分我就不是很清楚。你不很清楚，你不很清楚，你就不适任嘛？你国有财产署是在管国家的法、国家的财产呢、欸。我现在假设今天的对象不是国民党，今天一个恶意的第三人去侵占了你国有财产，然后他去变卖，你要不要做保全？土地登记是以那个登记为准哈，那个他原来的说，那如果以登记为准，你在告什么？现在的登记就是登记有问题啊。没有这个中广这个部分，交通部也没有提告，当初行政院决定这个部分没有提诉讼。那前面提的那几件诉讼，那时候没有登记吗？现在已经获得胜诉确定的没有登记吗？这样子的态度，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对立法院的质询，是欺负立法院对你们没有弹劾权。不要跟委员报告，当初这个党产处理小组决议，哈，经过相关的不断的讨论，最后决议部分是就是请我们。我现在问的问题，你到底要不要回答？你国有财产署的财产，如果被别人霸占，你现在要取回，结果他去出售，你要不要做保全？我现在要问你这个问题，先不管我讲的这个人是谁。假设现在是我们国有登记，属于国有财产的部分。不是，你国有财产署认为那是属于你的土地，现在被别人霸占，人家要去出售，某笔土地登记错误，本来该是你国有财产署的，就登记为某甲，现在某甲要去出售，你要不要做证据保全？你要不要做保全啊？我一直在问保全，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没有，假设我国有土地现在是我所有权，是中华民国所有。要被人占用的话，我当然是要去做那个保全的、啊。那保全是什么？保全是要去做假扣押啦，就防止他再度移转了、啊。不是只有再度移转啊，他有可能会脱产啊，是要去做扣，是要去做假扣押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要表达意见。我要求，如果要去清查不当党产，要去追这个党产，应该要做，赶快做保全。在立法里面一定要做保全，否则被脱产了之后就追查无门了，就找不到了。对于今天你们这个行政机关的这样公务人员哦，你们还不是政务官呢？对于你们这些回答问题的这个标准哦，真的是让人家看不下去。好，谢谢。好，这个谢谢吴秉睿委员。
那个我、那个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是休息，对，休息十分钟好不好？我分了，你买克鲁的这些平权啊，找文件好不好？来。
请各位回座，我们要开会。好，这个我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中午十二点休息啊，所以早上到郑明忠委员。被委员就抱歉了，下午两点半我们再继续开会。好，接下来这个庄瑞雄委员。主席，我请我们内政部陈部长，司法院邱厅长来保定。庄委员好。保定你好。对，财政部国台署副署长。来，财政部。对，副书记，我先来签稿你了哈。我看今天财政部所提出来到本院的报告里面了啊，你们的结论写些什么？结论得好。我想我们对今天讨论法案，我们后续依照那个审查确定发布的法案，我们来配合办理相关的事务。所以财政部的立场就是说，等到相关法律制定以后配合办理，这个心态啊，我实在是不敢苟同。副书记，刚你在本院所做的答询呢，其实我非常不满意。至少我屏东这个乡下的地方啊，我们看到我们国有财产署对整个国产的被不当的占用，我们是很积极在处理啊。小老百姓占用了国家的土地，哪怕是他从他阿祖阿公以前就开始使用，我们国家就是要把这些财产给取回来。这个做法不能讲说你不对，但是你相对来做比较，哦，今天你在本院提出的报告我就不敢苟同了。我接受过很多的澄清案件，有不少啊，其实副署长你也很清楚啊，很多人民对土地的使用啊，那其实是比我们政府到台湾来以前还要早。没办法，当初的老百姓没有法律概念，甚至于哪怕你是在从日本时代你开始使用，你没有经过相关的程序去取得产权，那本来就是国产，还是要取回，老百姓也没办法，该缴使用补偿金的缴使用补偿金，那要看你们要不要给这个恩惠啊。大多数呢我们也在依法在追偿，但是同样的针对于这个整个中国国民党的不当的党产啊，我看财政部你的立场啊就显得太过于被动了。我想今天很多国民党的委员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我也很仔细的去听啊，那个心情我可以体会啊，但是我必须要跟我们所有在场的官员来提出观念上的一些澄清啊。国民党现在所取的就是监察院当年在2001年啊如何如何去清查过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错。2001年监察院的调查，你的调查只有局限在国民党转账拨用的国有的特定的房地，还有拨归经营的19家日产戏院，跟接受赠与的地，接受赠与地方这一些土地建物，这个是极小部分的不动产而已啊。所以啊，副书记啊，你们国民党这委员跟你安尼伪善伪税，你都要怪起耶。这些其实你们都非常清楚。监察院在2001年的这个调查是极小部分啊。况且70%转移给第三者的部分，
当年哪有追查？这国民党的心态就很简单，没有别人去啊，算赚到的啊，开去的啊，不准算啊。部长来，请。部长啊，你的哦，你的报告嘛足趣味的。你的报告吼、哦，和我这个学法律的人吼、哦，我听就拢不啥啥，我法律来顶读嘞。你所提到的部分呢、啊，我想内政部的所提到的最主要讲说啊，这个不当党产的条例如果通过的话，政党之间如何进行权力的一个救济啊？啊，建议进一步做厘清。来，听长，苏万你这样，你替部长这来建波来示意一下来。草案你看过没有？对，草案我看过，在六个版本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他最后是透过行政诉讼的部分做处理。部长有听到无？部长。对啦，但是我各位讲吼，因为这是啊、人民的财产，不管是政党或者是从事人民的财产。我大概我对你上好啊，我大概拢给你解说啊。啊，我这届哦，不是用我意见，我叫厅长甲你讲嘞。连行政处分下来以后的诉愿程序都免掉了。直接让你提起行政争讼，听到这番好意跟你讲，所以我要跟你讲，你第二点叉叉我白写。第三点，法律不受及既往的原则，你伫咧回这个啊？我有没有侵害到善意第三者财产权的余力的问题啊？不听我跟你讲啊，咱今天这个讨论叫做不当的党产啊，不是要甲老百姓讨了。哪怕最后认定说是第三者接收这些不当党产是属于善意第三者，但是国家公权力的发动是针对这些出卖者啦。这不定我跟你谈个不啥清楚呢，我在你遐跳。所以呢，我认为啊，本席认为啊，这个条例里面啊，打个麦克灰啊，不定你看在咱看在小学啊吼。在读册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很讨厌，就是那个班上功课很好的哦，大家人要拄着断考，来拢来讲，我拢无读，我拢无准备，哈，一惨，一定会考中烂，每次考出来都是那第一，做作，伪装，这个国民党这有感觉无？要矫情虚伪，前几刚刚讲出来讲哦，东山村166亿，这个企图现在哦。降低老百姓的戒心，说我们只剩下一点点而已啦，低到就可怜。我转世给我看看他的中国国民党财产讲这個，所以怎么样去把这些不当的党产把它追回来？国民党可能认为是，而且甚至你的想法认为说这个历史公案，你一定认为这个历史公案对不对？本席也认同历史公案，但是财产还在啊。不能因为一句历史公案，打个隆重门来透啊，没有道理。有没有针对性？当然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不当党产。如果你合法取得，没有人哪里有办法？政党怎么轮替？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今天这个草案的一个立法，本身就是在践行。法治国的一个精神，动不动国民党就讲说信赖保护，那也要看看法治国原则里面所谈的信赖保护，你这个信赖值不值得保护啊？所以到底是不是追杀？当然是追杀，是对不当党产的一个追杀，不是对人民财产的追杀、啊，所以这个要搞清楚啊！条例外的供应该还好吧？还符合一个法律人的讲话吧，庭长？没有错了，你都不是听长，你部长叫听长。是，我想我们都尊重大院相关的法案的决议。谢谢。我还是也算个法律人吧，那讲话要有良心嘛，对吧？所以，我刚听到有些委员说，我台湾已经走到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审这种草案？笑死人！立法院也有这样的立委呢。每次谈到中国国民党的不当党产呢、啊，大家都在大声声，为什么会这样？抗拒的人，他未必拿到实质利益，感情因素；要求的人，
我们不是把这些党产拿到我们的口袋里面去了，是叫还财于民。这些东西是属于国家的。我还没有去讲说中国国民党假党假替，啊，不对了，假党假替啊！问题我讲这个干什么？这叫人民的共识啊！如果任何法律上的缺漏，任何政党取得不当的党产，从国家来取得，从人民来取得，却没有法律去规范它，这个就违反国民的法律感情。法律有缺漏，本院就有这个义务来制定，把它补起来。厅长不是如此吗？干不起来呢？是这个，我想还是大院这边相关法律的部分的决议，我们的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啊，当然啦，你那种自私的答案呐，我跟您讲啊，国民党啊，前科累累啊，那就我另外都要讲，哎，装可怜，这个谎扯得太大。但是有时候就针对不当党产，你们要演这出戏，那个演技又演得太差，老百姓也很聪明啊。中国国民党一直在讲说，信誓旦旦的讲说他坦荡荡，那坦荡荡很好啊。本案不是在追杀中国国民党，是在追杀不当的党产，如何让他回到国家的掌握之中啊？所以昨天你们动，我们算东主席的洪秀柱公，不要小看中国国民党，我哪敢小看你？我们从来不敢小看，而且从来不敢小看这个党产这个数字啊。所以过去我相信中国国民党处分了很多，卖的很多，卖的很多，花的也够爽了。所以不定我是因为今天这个案哦，你们这个态度啊，行政机关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我就有真的有意见了啊，伯定。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其实政党的财产要公开透明，取之有道，依法。这一定的，这个我们当然支持。这都当然的。那不当的财产应该加以处理，这个态度我们也跟大家的看法一样。所以说嘛，当看法都相同的时候，为什么会衍生这么多枝节？这个就是技术性的悲歌跟拖延，这个心态啊不足取了。不丢你安尼班头，我算算个剩几粒？你不是你搞算？我爱来倒算咯。迄人有良心无良心，拢看买啊！就算这几条班头的言论来做他做一个取舍的标准。你剩几粒？你有算无？六十几个吧。吼，六十几天吼，加做两件吼。我老百姓感觉会看靠的代志啦，这些党产啊，怎么清？就算全部都不清，你也开不掉啦，部长啊，敢不是？我相信过来你也开不掉啦。我不也不是国民党的啊，这个党职人员啦。其实哦，我记得针对党产哦，讲的最传神的、哦，部长就是你啊。我记得上一届在审这个政治现金法的时候啊，你那个时候讲说党产是用来选举的，对，我也跟你说我认同，一个政党几乎都是为选举而存在，有党产拿来选举不为过，但重点是说，当这些党产它的取得是让老百姓认为是阿爸亲将来。那安尼用这个算，咁好，甚至有听了很多中国国民党的，你们自己的从政的民意代表也都在讲啊，东山无开掉啊，啊结果去用公家无一块掉呀，大家想改革，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啊？内政部恁家，恁家己本身呐、啊，家己持个比较开放的一个态度啊，所以那恁提出来相对应的。的一个到本院这样的一个见解啊，是非常非常的一个保守啊。我不认为中华民国像贵为这样如此的高官的各位啊，心目中没有一点所谓的公平跟正义的一个概念。我简单的问一个问题就好了：独独中国国民党取得这么多不当的党产，好，不要说不当的党产。用公权力，不管是从国家的掠夺，或者从老百姓的手上取得，公平吗？正义吗？
讲不出来啊。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一定会觉得汗颜吧？不管哪一个政党，他的财产要取之有道，如果不法的，对啦，你讲这拢搁较上位啦，但是恁这个叫做乌白牵拖啦，不当党产在台湾干那一个啦，就算有跟恁公家分到的，都被阿伯这些政党嘛。但是立法，我想一般来讲应该要普遍性。啊，当然要普遍性啊，当然要普遍性啊，往后该怎么规范都没有意见。往前这些不当党产如何取回来还财于民，那当然要去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规范了。立法的对象应该啊，针对所有的政党。你说杂跑呢？你说听无呢？我来讲有不当党产的，干那恁中国国民党尔啊？我问你，时代力量敢有不当党产？民主进步党过去要成立一个政党，你来个白色恐怖要共掠一关的政党，有跟你中国国民党分到党产吗？有没有是实质的问题啊？所以说嘛，所以要面对事实，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比较开放的态度啦，部长。是，好，谢谢。好，接下来许淑华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有请内政部长。好，部长。学委好。部长好，其实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很多民进党的朋友啊，你们的主席说谦卑再谦卑啊，不要老是沾沾自喜，拿着国民党大败来嘲笑我们说啊，已经大败了不知反省啊，政党大家都轮替过，这是一个常态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太骄傲，老是来数落国民党。其实国民党它是百年老店，那事实上对于很多，尤其像我们党龄才一二十年的人来说，还是包括很多的党员来说，党产怎么处理，其实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关心的是国民党如何再重整脚步，重新站起来哦。所以有关于党产的问题，我在这里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在陈水扁担任总统的期间呢，针对国民党的党产已经有做过一次处理了。我们认为该捐的就捐，该还给国家的就还给国家。我们愿意接受大家共同来谈党产的问题，到底什么样叫做不当？那到底今天我们再提不当党产？何谓不当党产？再提不当党产是为哪桩？到底不当党产是谁说了算？是谁认定的？刚刚部长特别提到，不当的党产还是要由司法单位来进行。我在这里能不能再请你再具体的说明一点，不当党产到底是由谁说了算？是怎么样来认定不当？我是这样讲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对于财产的争议啊，我们都有一个公正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司法单位。那我刚才讲是说，财产如果是不当与不当，大家有争议，循现行的体制之下，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啊，大家公信的一个第三者，这样的程序是不是会比由行政机关来处理啊，减少争议？这个我们提供给大院做参考。部长，那但是我要请教啊，你要。就算是主管机关，你要怎么样认定财产有争议啊？你的程序跟标准？因为他在民进党本的里面呢、啊，大概都是要由行政院来设，不是由内政部来设、嗯。那么基本上来讲，我刚才提的就是说，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看，他因为受限于调查权，还有其他的这个权利，他是不是能够善尽啊？这个能够发挥他的这个调查的功能，这是啊我们的一个。这个持的保留的态度，当然我还是要强调，对于财产的取得，政党应该有高的标准，如果是不当的财产，但应该要适度的处理。是，那包括您要提到了，要如果我们未来在以警监察院的相关规定哦，我们在政党如何的在。包括权力救济啊等等的相关规定，我们都没有写得很清楚。如果呢，我们未来要规范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呢，行政部门也可以把这个规范来做个更清楚的厘清，可以吗？其实这个我们也提到国民党的版本里面，虽然是讲监察院，但是监察院是不是觉得他们在职权上还行有余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以及假如认定双方认定有啊这一个差距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循就自己的程序去做处理？我觉得要立成法律的话，应该要比较周延的考虑。好的，那我要请教哦，在民进党的版本里面呢，他在立法前所取得的党产哦，扣除党费、竞选捐赠的经费之外呢，一定都推定为不当党产哦，必须由政党来举证合法哦，否则呢，将财产呢要转至特定的基金或者是国有。事实上，这个跟您刚刚提到的跟法治国家的法律不溯及既往，其实不太符合哦。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影响人民对法律的一个信任哈。同时呢，我们不能因人呐、啊，或者是因特定的政党来立法。立法本来就是要站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原则之下。所以我要请教，部长啊，如果党产呢，它是已经属于私人的资产，可以追讨吗？在仁爱路跟信义路的这个旧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呢，目前是长荣集团的海事博物馆。对于这些呢，它是合法买下党产的善意第三人，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虽然不是内政部应该啊这个所主管的，但是我啊以我个人来看，那么立一个法通常是要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因为立一个法会引申啊一些啊损害到第三者的这个权益的时候，我们觉得在立法的条文里面就要特别的慎重。那至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用一种推定啊，这个是不是不合法？那么这个也是啊，是不是符合一般所谓无罪推定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是要由啊这个是不是由控诉的第三这个的方啊来举证，还是要要求啊这一个啊这个当事人来举证？这个也是有讨论的空间。就问题是说，他事实上他已经完成了所有合法的一个程序了，他就是善意第三人呐、啊。那这样子，到底我们对于这些的党产，如果说我们认定这些的过去的国民党这些党产都是不当的，对于已经合法完成行政程序的，那我们这些应该要追讨吗？这个就是看法令上怎么规定。但是我刚才讲过，如果像这个已经啊，这个完成第三者的承受的问题，如果要啊强要这个追讨，那用什么方式来追讨？那追讨会不会影响到第三人的权利？这个应该在法里面要做周延的考量。是没有错啊、哦。事实上，国民党的这个党产啊、哦，我们还是愿意非常的公开的来共同来讨论。尤其我们的政党法里面呢，也是我们现在朝野里面大家的一个共识啊、哦。所以政党法里面当然就包括了我们党产的一个处理所有的相关规定啊、哦。所以呢，我认为还是不太适合再定一个特别法，用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大帽子哈、哦，事实上来清算的之实哈、哦。所以我想哈、哦，在这里呢，我也要建议啊、哦，未来呢，在所有的政党只要有拿到政府相关补助的，全部都要接受我们所有立法院的一个检视，特别相关的报表都要一并提列出来，包括有任何的基金会是有政党的钱来挹注的，也要一并的来接受检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公民的一个期待的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支持合法的来规范我们政党的一个党产，因为政党的公平竞争呢，其实是我们最廉能政治的一个一环了哈。所以，但是我还是认为条文里面跟我们的内容都不应该有针对性、有政治性。好，谢谢，我们请部长请回，谢谢。好，接下来曾明忠委员哈，曾明忠委员。主席好，麻烦请陈部长、法务部代表跟司法院代表。好，那都请上来。政委好，部长好。基本上要讨论相关党产的问题，我有个前提，就是假设各界认为国民党现有的财产有异议、有争议的部分呢？全面我是赞成全面捐助公益或者返还给相关的国有财产或者地方自治，所以这个前提我非常的欢迎也非常的支持，这第一个前提。第二前提是依照现在民进党的相关版本里面第一条提到了，
要建他的立法目的主要是要建立政党公平政争环境，健全民主法治，他的立法用意我也赞成。但是既然要达到建立政党公平竞争环境，健全民主法治，那我请教法务部代表跟司法院代表，因为他第一条规范的对象，第一条规范对象就是76年7月15号以前成立的政党，我要请教的是，国外有这么样的类似的立法例吗？请教一下。报告委，针对国外有没有这立法例，我说实在我并不是很清楚。嘿，那司法院呢？目前我们也不清楚国外有没有这样相关的立法例。是，那个内政部陈部长知不知道国外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立法例？我也不清楚，但是一般来讲，法律在适用大概是应该是一个平等啊，这个普遍的原则。是，没有错。其实法律必须，尤其它的立法目的就是希望建立政党的公平竞争环境，所以第一条的规范为了要符合它的立法目的，尤其好不容易我相信既然要立法来规范政党的不当党产，所以我非常赞成，要的话要把各政党有接受政府补助的各政党规范的对象都要把它纳进来，这一点其实才可以有办法确保达成他立法的目的。另外就是他的第三条的用词里边，他把他规范的对象也扩张到赋税组织，那赋税组织其实他这里定义也不清楚，所以我建议能够把它扩增到刚刚徐委员还有早上几位像赖斯堡委员也提到，有一些是相关的党政人士，相关的党政人士利用政府补助款成立的相关的财团法人或相关基金，我也赞成，因为他是接受政府的补助，所以我也赞成这些赋税的组织必须包括历年来接受政府补助的这些补助款，这些政以过去的党政人士成立的基金会，我觉得也应该把它纳为规划的对象。另外第四条提到93年3月10号以后移转所有权或设定地上权、抵押权、典权等权利无效，我要请教一下，权利无效之后呢，后续怎么处理？华部的代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或者民事厅邱厅长可以说明？报告主席，所谓无效，在民法上来讲，它是当然确定自始的无效，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行为是无效的，不管是所有权的移转、债的所有权移转，还是物权息所有权的登记是无效的。没有错，我知道自始无效，但是假设假设只有第一次的交易、第一层的交易，那可能自始无效，看看怎么样返还或者恢复原状。但是假设他是经过了两层或三层的交易之后，后续怎么处理？这个是属于执行面，而且这个案子啊，就是要如何去要看那个整个交易的事实状况才有办法判断。不是执行面的问题，因为假设你定出来的法律是不可行，那到时候会衍生更多的纠纷，让整个市场的交易秩序没办法维持，所以我问的问题就是像这种类似的，以后执行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你已经第二次、第三次交易之后无效，致使无效，那这个之后的买卖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怎么去处理？这个确实会有一个交易安全或交易保障的问题，确实会有这个问题存在。是，所以我就举这个例子，就像这个规定，就是他这里提到93年3月10号以后移转所有权或设定地上权、抵押权、典权等权利无效，
他假设第一层无效，还可以返还相关或怎么样恢复原状，但是第二层、第三层之后怎么处理？其实这条例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实务上、执行上会有困难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再一次表达我的看法：要处理党产，把它法制化，我非常的赞成。国民党有争议的，或者是来路不明的所有财产，全部捐掉，其实我也非常赞成。但是你要法制化的过程当中，应该把所有相关的政党都纳进去规范，不然你立这个法只有针对国民党，那其他政党他认为说他没有不当党产，是他讲的啊，所以既然他说他没有不当党产，就把他纳进来，把他纳进来规范，他也不需要太多作为。陈部长，你的看法怎么样？是的，我想立一个法也是要这个普遍的适用。那么刚才我也说过，我们对政党财产应该要公开透明，要取之有道，不当的党产应该做处理，这个态度是对所有的政党我们都这样的希望，也希望这样的要求。是，假设其他的政党认为说他没有不当政产，现在可能没有，未来可能有，他怎么知道未来一定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既然认为他没有，那就纳进来受这个法律的规范，接受各界的检视，其实我觉得应该把他进来。那刚刚再次强调，尤其是基金会的部分，我强力建议他既然接受政府的补助，那这些钱怎么用，应该有这个义务，应该有义务让台湾的民众充分清楚。谢谢大家，谢谢。好，这个我们中午休息，然后到下午2:30再继续开会。好，那我在这里宣告休息。那另外一个，那个我们这里有一片内政部所提供历年来清查党产相关资料的光碟，好，就请各位委员跟叫所属的党团有要索取的话，我们就放在前面这里。好，上，休息。